这个很抱歉啦，利用礼拜六的时间来跟大家讨论这议题。不过首先我更正一下，这题目可能印错了哦，或者还是当时在电话上讲了又沟通错。我要讲的不是台独与国际法，我要讲的是台湾岛的国际法问题。为什么我不讲台湾，只讲台湾岛？有个很重要原因，我们讲台湾就会想到什么？就会想到澎湖群岛。可是，在国际法里面，澎湖群岛的国际法问题跟台湾岛的国际法问题，它不是一个同一类的问题，它甚至于呢是一个平行而不交轨的问题，只是在近代刚好在混在一起而已。所以我首先声明，我讲的所有的国际法问题，仅只涉于台湾本岛。好，先把这个放给。区里，第二个我要提的事情是，我们过去经常有两句话常常听到，这两句话在国际法的角度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是有问题的？我解释给大家听。第一句话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句话是在国际法上是有问题的。第二句话，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一句话也是有问题的。我们首先来谈为什么说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这句话有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自古是哪一年？各位大家觉得自古是哪一年？有人说三国时代，听过这种说法没有？有人说隋朝，什么隋炀帝啊等等，有人说甚至还更早。跟各位报告，历史上的很多的说法只是说好像曾经有中国人发现过台湾，到过台湾或者跟台湾的来往，但这个并不具备了国际法的要件，说这样子从那个时候就可以算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还没到那个标准条件。第一个，一个领土啊之所以会变成一个国家的领土，有很多的要件。我先跟大家讲，在国际法上怎么认定国家的。国家在国际法上不是一个像历史一样是个感情的对象，它就是个政治上的组织。这个政治上的组织呢，它有一个主权，这个组织不是政党，不是一般的组织，这个政治组织是可以控制人民的，可以统治人民的，可以统治领土的，有点像黑帮的地盘一样。可是国家成型之前没有其他的政治组织，它基本上也有主权，可以管理领土，可以绝对的统治领土，跟统治领土上所有的居民，行使司法权，行使立法权，行使行政权。这个政治组织在国家之前也有很多的部落有这种权利，甚至有一些什么封建的领主也有这种权利。所以啊，我们在讨论这些什么土地是谁的领土的时候，从这个角度会发现说，当你一个土地被一个主权者，这个主权者可能是国家，可能只是一个国王，可能只是一个封建领主，可能只是一个部落酋长，他在宣称说这块土地是他的，必须有几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说，没有其他人挑战他的说法，没有其他的另外的主权者挑战他的说法，如果说一块土地有两个以上的主权者都宣称这是他的土地的话，这个土地是不是属于这个主权者，变成是有争论的。争论的解决方式不外乎第一个，和谈签协议；第二个，打仗；第三个，也许学普丁一样，就把那个克罗那个什么克罗米亚，这样把它吞下来。可是吞下来的时候，基本上全世界有一部分人认可，有一部分人不认可。所以一个土地之所以是一个主权者的第一个条件，100%没有问题，是领土本身没有争议，主权者的宣誓说这个是我土地是没有争论的。但是是不是说这个土地上面一定要你住的人呢？你判的观念那不一定啊。像那个什么那个 Greenland 那个格陵兰，有没有那么大片的土地上面有没有观念啊？没有啊，是很多地方没住人啊，可是还是宣称是某某国家的一个主权的领土所在。所以国家是在法律上是一个政治组织，领土本身必须要是没有其他主权者竞争的时候，这个领土你宣誓的时候才算是你的。但是在当时台湾岛，有人说从古代就有了，从哪一年开始？我们必须有一个很抓紧的时间点，我待会再跟大家做说明。这个东西
至少在荷兰人之前是不存在的。荷兰人来台湾之前是不存在有台湾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国际法的事实。目前会找不到任何证据，找不到有中国人在台湾建立比较有主权或者武装规模，因为主权者你是可以合法拥有武力的，你找不到任何证据说中国有任何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区域政权、诸侯政权曾经在台湾宣誓说台湾岛是他的主权，而且有任何人说不是你的领土的时候，他可以派军队跟你对抗的，没有找不到任何这种证据啊。所以我在大陆上这样讲的时候，有很多的大陆的学者很不以为然啊。这个台湾自古是咱们中国的神圣领土，我问他自古从哪里开始，他也讲不出来，这要拿证据的。第二个，我刚才讲那句话，台湾是台湾人的土地，台湾是台湾的领土，这句话在国际法上也有问题。为什么？各位身为台湾人，台湾人这样的人民什么时候出现在台湾岛？你不太确定，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出现在台湾岛？如果你跟你的爸爸、你的祖先、你算得到的祖先的范围里面都没有办法找到证据你出现在台湾岛的时候，你作为台湾的居民跟台湾人，你什么时候出现的？大部分人跟人讲哦，台湾有80%的人口哦，他的祖先算得出来出现在台湾岛大概是150年，都是清朝康乾隆嘉庆年间来，康熙的时候还不算，那个时候嘉庆跟乾隆来台湾的本省籍的最多，算一算差不多不到200年吧，而且那时候人口很少，最多的是什么？最多大概是咸丰同治啊，那个大陆大乱的那段时间呢、啊，来的是最多人啊，所以啊，现在很多人本省籍的家庭去算的时候，他顶多大概是150年到200年，超过200年的是很少，很少很少。那我们家比较特殊啦。我们是北港人，是全说做渔民的，所以我们很早就来台湾啊，比荷兰人还早一点点，1621年。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全台湾大概1%不到，啊，1%不到，非常少。那当然有外省籍的，台湾人的话，他基本上来台湾大概是民国38年开始算起嘛，所以现在加起来时间也不多。所以真正台湾人出现在台湾岛的时候是很晚的。可是台湾人出现在台湾岛的时候，我们现在自称为台湾人，不包括原住民哦。出现在台湾岛的时候的时间点，对不起，那时候台湾有没有主权啦、啊？有了，已经有主权的归属，在国际法上已经被确立为这是某某人的领土。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想谈我手上以及现在所有的研究找得到的可以确认台湾岛主权属于谁的第一份文件，是1635年12月18号。1635年12月18号，看起来很久，有没有400年？没有，所以有人动不动就说：“哎呀，那台湾四百年的树，对不起，那400年历史前面那200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还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还找不到跟他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祖先呐、啊，400年前都还在中国大陆。那有人讲说啊，我们有平埔族的血统啊，我们有原住民血统啊，我们所查出来的通婚记录，日据时代。”汉人跟原住民的通婚记录，在闽南人部分，他的通婚比例不到1%，不到1%。客家人比例稍微高，也没有超过2%，就是原住民跟汉人的通婚不到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比什么？比我们现在，大陆籍的新住民以及越南籍的新住民，哦或者是泰国籍的新住民跟台湾本地人通婚的比例还要低，所以我没有办法构成一个血统上的一个诉求，我只是把客观数字来跟大家做说明。那为什么1635年12月18号在大概台湾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没有出现过？因为我们汉人有点的比较自大，不太去承认这个事实。因为1624年，在1635年前面的1624年。发生什么事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第一次进入台南，现在叫安平港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叫做热兰之城。热兰遮城，大家听过吗？哈，热兰遮城是闽南人的闽南语去翻译荷兰文，翻错了。它的本来叫 Zealandia， 什么叫 Zealandia？New Zealand 听过吗？纽西兰
Zealand 就是小泽兰，纽西兰就是新泽兰的意思。Zealand 是哪里 ？Zealand 是荷兰，哎，这个荷兰其实不是国家名字，荷兰是省的名字，国家名字叫尼德兰。尼德兰这个共和国现在叫王国了哈。尼德兰王国最靠近比利时那个省啊，就像那台湾的高雄那个地方叫做泽兰 ，Zealand。所以那边的船出去的时候，大概很多地方都会被叫成新的地方叫新泽兰，台湾叫什么小泽兰。所以小泽兰我们就把它 Zealandia， 我们就把它翻译成热兰遮城。我们只要看在那个泉州人的泉州腔怎么念，只会把 Zealandia 翻译成热兰遮城。不过我们当然习惯上热兰遮城就是小泽兰的意思。可是当时荷兰人在台湾的时候，他并没有要建立殖民政权，他殖民政权是发展出来的。怎么说？他刚开始呢，只想要占据一个港口，用这个港口呢来收税金，有点像自由港区一样子。哎，拿着船进来买卖，我收不关税啦，收不进口税啦。所以他并没有，当时还没有意识要跟原住民起战争，也没有说要侵占台湾的土地。当时真的刚开始呢，看到的文献上并没有这种想法。可是因为占了以后呢，他不断的跟什么，跟当时在同样地方做买卖的日本的商人，跟中国的商人，或者我们想讲说，倭寇也好，或者是中国的一些海盗也好，啊，就产生了很复杂的纠葛。所以他不断的加强武力，就一结果来了，不断的逼死附近的原住民，用像廉价劳工的方式帮他们做事，就不断的起冲突。最后双方面呢，就开始了战争的征伐。到了荷兰的第四任总督叫做普特曼，叫普特曼，这个总督呢就率领了军队开始征伐所有的原住民的村落，我们叫做什么村社部落。这个部落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战争是当时在台南地区的平埔族原住民。平埔族原住民就所谓西拉雅人，因为当时的平埔族在全台湾大概有6万人，有6万人，六万的人口是实际的统计的数字，最大的占一半的就是西拉雅人，将近3万人。西拉雅人里面最大的村社就是麻豆社。当时的原住民呢，不是所有的西拉雅人形成一个政权组织，而不是一个村社一个村社一个村社。我们又讲部落好了，最大的是麻豆社。麻豆社呢，对于荷兰人是采取敌意的，两方面经常产生摩擦。可是麻豆社又跟新港社。新港社就大概就在现在在台南地区啊，不是大家想那个嘉义新港哦，不是哦，是台南地区的新港啊。新港社两边起冲突，所以普特曼就利用新港社跟这个麻豆社的矛盾，就说好，我帮你打仗，就带着新港社的人去打麻豆社。这一打形成台湾历史上第一份具有国际法文件的，叫做麻豆协议，因为。麻豆社战败了，土地被焚烧了，然后这个荷兰人就跟麻豆社的人，他叫长老，不算酋长，因为西拉雅人 的首领制度没有那种父传子子传孙的那种酋长制度还没有诞生，他基本上都还是什么，都还是那种长老推举制的比较多一点啊。当时的签了一个历史上最知名的。跟台湾岛主权有关系的叫做麻豆协议，签的时间点在1635年12月18号。内容讲什么？第一个，荷兰人，荷兰是用什么名义？荷兰是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名义。你就很奇怪，怎么会有个公司啊，像个政府一样？它是这样子的，它是大概是在差不多在1602年吧，哦，1602年的时候，荷兰人呢、啊？有14家商社成立一个公司，叫联合东印度公司，就是我们讲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但全名叫做联合东印度公司，外号叫 VOC，V 是 United 的意思，因为是荷兰人用 V 不是用 U。这家公司14家贸易商所组成的，得到了荷兰当时的主权最高机构，叫做荷兰大议会，好，荷兰大议会的批准，给他特许权状。说你到海外去可以代表荷兰政府，你可以征兵，所以事实上荷兰兵不是荷兰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德国人。你可以征兵，你可以收税，你可以用法建立法庭，你可以杀人，你可以侵占土地，但是这些东西都算是荷兰最高国会授权给你的。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到台湾来的基本上是子公司，
他的什么亚洲总公司在哪里？亚洲总公司在雅加达，印尼雅加达，所以是荷兰人跑到印尼雅加达建立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叫做巴什么？记不记得？巴维亚，中文怎么翻译？巴达维亚有没有？有听过有没有？巴达维亚，哦，就巴达维亚总部。其实巴达维亚是荷兰人的意思，什么意思啊？我们经常说，哎，我们是汉人，或者我们唐人，哦，他们荷兰人经常自称自己是巴达维亚人。所以他们把那个雅加达改名叫巴达维亚，所以台湾的控制台湾的殖民的军队或者总督呢，是属于巴达维亚。那巴达维亚是受荷兰阿姆斯特丹控制的，董事会在阿姆斯特丹。所以当时他们签的这个协议的名字呢，用的一个名字叫做热兰遮城长官，我们翻译成热兰遮城长官。热兰遮城长官跟麻豆社签的这个协议，第一条是什么？荷兰承认，不过用的是尼德兰，荷兰是我们东方人哦，就是包括中国人，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弄错了，以为荷兰就是，哎，就是什么，哎，就是这个尼德兰，其实尼德兰是国家，荷兰是其中一省，七个大省中的一省而已。所以第一条就是荷兰承认麻豆社就它的领土范围里面拥有最高主权，第一个先承认，第二个。麻豆社的人啊的长老承认，从1635年12月18号开始，他们的领土主权移交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这天。所以第一个荷兰人虽然是1624年就来到台南安平港建立热兰遮城，热兰遮城盖了整整快十年，就差不多是1634年到1635年的时候打仗打赢了，所以第一次正式取得台湾岛具有国际法意义的领土主权，但是不是整个台湾岛，那时候大家还搞不清楚台湾岛长得什么样子，包括原住民搞不清楚，原住民也没有台湾岛的概念，它是有部落的概念，所以麻豆社的整个土地就属于荷兰人的领土。所以要开个玩笑，就是说当时的台湾是谁？台湾是印尼的一部分，印尼是谁？印尼是荷兰的一部分，这样法律上就很清楚的界定出来。可是他只有占麻豆啊，结果呢，后来呢，土特曼觉得，哎，这个方式不错啊。为什么？就规定你每一年要来给我进贡，不过进贡基本上是说给一点槟榔啊，不是说真的很剥削的，但是要做，要服劳役，要服兵役就是了。就开始用这个模式进行了长达快要将近十年的征伐，今天打这个部落，明天打那个部落。以前历史上台湾讲说有个大肚王国在台中啊，在台中地区有大肚王国，平埔族所建立的。然后那个大肚王国呢，我们很多人把它形容成台湾人最早的国家，对不起，那错的。为什么？那只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部落联盟而已，它还没有到哪一个国家的地步，就说它看不出来哪一个中央政府对指挥部军的土地，是一个很松散的部落联盟。但是呢，有一个人呢，外界就把他称作 king。你知道英文里面的 king 哦，定义很广，对吧？英文的定义很广，从最大那个叫 king 到最小的叫 king， 通通叫 king。所以翻译成中文以为每个都是国王啊，其实不是啊，他并没有具有国王实质的权力或者国王实质的政治意义。大陆呢，大陆国王呢，荷兰把他打垮了，那他一样签了一份跟麻豆协议一模一样的协议，一模一样的协议。所以荷兰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呢，一直到把北部的西班牙人占据基隆淡水的西班牙人赶走之后呢，所以基本上荷兰人花了将近十八年的时间，到台湾花了将近十八年的时间才统一整个台湾岛，取得完整的台湾岛的主权。所以这个时候台湾岛的领土算不算是领土的领，就是出现是什么？是有政治组织管理的时候才算是领土。如果你没有个政治组织的话，你那个不叫领土，哦，不能被界定为国际法上的领土。所以在1635年到很后面的快结束了，其实荷兰政权快结束了，统一整个台湾，就到了1662年的2月1号，其实是1661年的年底啊，郑成功就带着大兵啊来攻打台湾，就一下子把荷兰人的热兰遮城给打垮了，打垮了就在1662年的2月1号签了一个政和，我们历史上叫政和合约。但是这个法律文件很有趣，一样的，其中最重要一条
是什么？就是说荷兰人把在台湾所有的土地财产全部都移交给郑成功，但是落款的郑成功的身份是什么？他不是一个个人。注意到郑成功在这个合约里面签的不是一个个人，他是一个什么身份？他上面落款写得很清楚，他叫大明，什么意思？就是 明帝国嘛。他写明帝国就是一个政治的组织，大明啊，招讨大将军。注意到他还是 不是大明的皇帝哦，他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也。他落款是这样签的，换句话说，荷兰人所有的权利是移交给我这个叫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也。这一句话在法律上什么意义呢？郑成功代表的是大明帝国来接收台湾岛。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大明的中央政府不能管我，为什么？因为郑成功在20岁的时候就被南明的皇帝任命为忠孝国招讨大将军，到了永历皇帝被称为延平王招讨大将军，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诸侯，他就是一个藩王。什么叫藩王？就是我跟皇帝不同姓，不同姓，所以后来不是改姓叫朱，什么叫朱成功吗？哦，改姓朱，但是我们大家习惯叫他郑成功。他是跟皇帝不同姓的亲王，叫郡王，在当时的法律叫郡王，就是你不是跟皇帝有亲戚关系，但是跟皇帝一样算兄弟的，所以叫做郡王。所以他用国姓人的名字，就代表他是延平郡王。他用招讨大将军的，就是我是明朝的皇帝所任命的，所以我取得这个台湾岛是代表明朝来取得的，我是明朝的什么？我是明朝的藩王，我是明朝的异姓亲王，所以我在台湾所建立的政府叫做什么？当时叫做东明政府，当时叫东明政府。这个东明政府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就是中国东边的政府，换句话说，明是边疆的意思，也就解释成说我是大明帝国的东部边疆政府。当时他的首都在哪里？不在台湾哦，也不在台南哦，因为郑成功来的时候不到一年就死了嘛，所以他当时的首都啊的首府还在哪里？还在厦门，所以他把厦门取名叫思明，思念明朝，因为那时候明朝皇帝大概都快挂了。因此呢，郑成功所签的这个荷兰人呢，所以是代表大明帝国在台湾建立一个区域的政权，就有点像东印度公司代表荷兰人在台湾建立一个区域的政权。所以郑和合约一确立的话，这是中国政权第一次在历史上在台湾建立政权。所以如果说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时间点只能算到1662年2月1号，之前都不算。所以没有，有没有400年？没有啊。很精确的讲，就是1662年2月1号之前是荷兰的领土，之后是郑成功代表中国人第一次在台湾建立政权，也确立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不属于中央政府。不一定要领土，不一定要属于中央政府才算领土哦，属于地方性的政权也算哦。像日本战国时代的皇帝吞掉了什么？吞掉了琉球。琉球那个时候不是日本的幕府去吞掉了，是日本那个什么一个什么藩主啊，哦，什么一个什么在九州的藩主啊，去把它吞下来，那也算哦。可是我们要了解的是，郑成功在台湾的统治，事实上啊，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因为他并没有把台湾跟中国做切割，他仍然具有金门、厦门一带，还是以厦门作为主体。到了他的儿子郑经的时候，还台湾发兵参加三藩之乱，到中国大陆去进军，所以这个时候他仍然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有人说啊，郑成功啊的儿子郑经啊，认为他是台湾国王，但是外面人把他认为台湾国王，他自己不认为自己台湾国王，哦，他自己认为还是个藩王，哦，延平藩王，哎，可以拥有大陆很大片的土地。所以曾经一段时间，郑经在跟清朝皇帝康熙皇帝和谈，注意到他们两边哦。和谈很久哦，和谈好几次哦，其中一个要求就是什么？说你把福建划给我，啊，郑经要求你把福建划给我，让我领有两地。啊，你是皇帝，我是藩王，你不要管我，我不要管你，一国两制。所以一国两制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那个时候就玩这个游戏。那，啊，好，到时间就来到什么地方啊？来到1683年的10月5号，因为施琅带兵打垮了在澎湖
打垮了谁？打垮了郑成功的郑克爽的海军。打垮了以后呢，郑克爽就在1683年10月5号提出了台湾历史上一支很重要的降表，叫郑克爽降表。这个降表里面讲啊，就说无国无土，所有的人民土地通通请皇上你笑纳。皇上是谁？康熙皇帝，请你笑纳。所以从那一天开始，1683年开始，10月5号，台湾的土地不再属于大明这一个国家级的政治组织的领土，就开始成为正式成为大清帝国这个政治组织的领土。换句话说，大清帝国就以国家继承的资格来取得大明帝国所有的领土以及对人民的统治权利。所以郑克爽这个降约降表的含义是第一次清政府统治台湾的法律依据。但清政府统治台湾呢，一直很长的时间，可以说200多年。到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已经1895年的4月17号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里面，大家知道是甲午战争引起的。马关条约里面最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因为清政府那个时候，大家割让领土已经很习惯了啊，割让领土给俄罗斯啊，割让领土给谁啊，就有经验了，很精准的，就说哪几个领土，澎湖啊，台湾，注意到在国际法上都把澎湖跟台湾作为并列，在国际法上不认为澎湖是台湾的一部分，为什么？有没有知道为什么？因为澎湖群岛在公元12世纪，在法律上就正式定位为澎湖群岛，就正式定位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好，是在12世纪，比1662年整整早了将近500多年，所以澎湖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在12世纪就已经定位了。但是台湾是到了1662年2月1号政和合约的时候才确认台湾本岛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开始有，其实在荷兰时代啊，就开始有了什么，有很多的大陆的沿海的移民，有的什么移民到台湾来。但那时候中国人到台湾比较像外劳。什么叫比较像外劳呢？第一个是荷兰人啊，跟谁签约的？跟郑成功的爸爸郑芝龙签约，说我现在要改变我殖民的方式，我不再靠贸易，我还要种甘蔗，我还要种米，所以我没有劳工，而且平埔族原住民又不善于这个种田，比较适合的是汉人。刚好那时候中国大陆大乱，就请郑芝龙啊当人蛇集团的头头，去大陆上拉人来，拉一个人给多少钱？所以很多本省的祖先是这样给拉过来，不是外劳。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祖先生在台湾的主人哦，就是外劳。所以外劳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到了所谓的荷兰人统治台湾的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平埔族竟然从6万人变成只剩下3万多人。荷兰统治有多厉害啊？统治的平埔族人口大量减少，但它大量减少跟历史上写的不一样吗？为什么被汉化？不是，都不是。好，我带大家解释为什么平埔族人口大量减少。所以减少一半，可是汉人从原来的1500人增加快多少？快2万人，有人说10万人，但是我们查的数量比较清楚，大概2万多人。所以那个时候的平埔族人口跟汉人人口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但很多人讲说，哎呀，因为没有唐山公约，唐山那历史学者大概浪漫的想法，我们查收的数字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荷兰人故意操纵汉人跟原住民的仇恨，所以两边基本上是不通婚的，而且仇恨非常的严重。有举个例子，郭怀一事件大家听过吗？就是中国的移民造反、要推翻他那个什么荷兰人的统治的政权，结果这个荷兰人人数少，荷兰人在台湾只有2000人而已啊，他没办法抵抗20000人的中国的移民啊，他就去跑去跟原住民讲，来，你只杀一个中国人我给多少钱。所以原住民很厉害，武力很强，武力很强啊！一天之内杀掉6000个中国人民，一天6000个，因为有钱人嘛。
那的不分老少，大概就屠杀光了。那中国人有个好处，为什么好处呢？20000人杀了6000人不稀奇，因为什么？又是偷渡和移民又一起来了，所以中国大陆人口源源不绝的过来，所以中国人数始终少了一下，马上增加，少了一下，马上增加。为什么？当时的台湾岛比起中国大陆来讲，土地比较肥沃，治安比较好。中国大陆大乱嘛，那时候大乱，比他们来的好。荷兰人统治的绩效也比清朝政府来的统，那个什么明朝政府的大末年大乱的时候来的好。所以无形中啊，中国移民王。那有人说做唐山公有唐山嘛，对不起，现在出的文件都不是这样子的。当时荷兰的记录，他的船从中国大陆来台湾的时候，找得到的记录啊，每8个男人就有1个女人在里面，而且女人来到台湾就不回去，男人来台湾还会来来去去，这比较像台上。所以并不是在早期没有汉人的女人在台湾，都不是事实，因为根据荷兰出国记录就是这样子。可是即使如此，汉人人口还是一直快速成长。回过头，为什么说平埔族呢会人口大量减少？荷兰统治这台湾的时间呢，平埔族呢很运气很不好，因为荷兰人大量外贸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疾病从外面进到台湾，那什么包括一些奇奇怪怪的疾病啊，所以台�湾曾经发生过至少4次的传染病大流行。传染病大流行啊，荷兰人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病是在天花是他们从欧洲传来的。可是呢，汉人跟平埔族就死伤成疾，死到什么程度呢？整个村落全部荒废，路边都有死人，都没办法去处理。那人口因此平埔族大量减少，汉人有没有减少？有，也有减少。可是汉人呢，减少没关系，大陆又继续进来，无限制的进来。所以因此汉人人口一直维持成长，平埔族人口一衰退了以后就没办法恢复了。所以在当时呢，等到了这个马关条约一签的时候，这个日本人来一清查人口，发现平埔族只剩下4万人。这个汉化没有关系哦，只剩下4万人，原住民面躲在山上，他们跟外界是隔离的，所以基本上在山上的原住民，我们现在叫高山族啊，日本人叫高沙族，高山族在当时的人口还接近10万，但是汉人人口在日本人接手的时候，汉人人口在日本接手已经快要到100多万，就确实人口就算得出来的。当然有人说到200万了，那我们就不去评论这个数字上的差异，数字就非常的多了。因为什么？清朝的时候大量移民台湾，所以很多人有个很大前提了。现在的汉民族汉人之所以在台湾能够立定脚跟，是因为有荷兰人的武力能够抵挡住原住民的攻击，因为有了郑成功的武力，因为有了什么？有了清朝的武力，有这些武力，你才有办法去对抗原住民的武力，所以使得汉人的村庄村落一个一个建立起来，这是基本的原因。所以现在的台湾人某种程度来讲是外来的侵略者，就是我们自身的本省人啊，或者是都是这种历史源层所传承下来的。那历史归历史啊，对，所以有人说要促进转型正义，现在可能汉人要还给原住民公道才是第一个要务。当然了，我不否认一件事情，郑成功的军队、荷兰的军队以及清朝的军队对原住民是真的是杀伐很厉害，杀伐很严重啊！特别是清朝的军队，那个兵啊是哪里来的？都是川藏兵啊，很善于打高山仗啊。然后荷兰人的兵哪里来的？不是荷兰人，荷兰人没办法打高山仗哦，都从日耳曼德国那边山上找来的啊，一样啊。郑成功的军队很善于打海战，说海边呐、一带的那个土地啊，都被原住民都被赶光了，所以像台中很多原住民都被赶到南投去了。好，我们回到了马关条约，日本人接受了根据马关条约取得台湾跟澎湖的领土主权，这个时候的台湾的法律地位是什么？是日本的殖民地。那殖民地呢，很多现在有很多人，包括李登辉认为说他以前是日本人，柯文哲说他祖父是日本人，错了。日本的法律并没有承认你是日本人，这仅仅跟什么？跟香港一样，英国的法律不承认香港人是英国人哦，你是我英国殖民地的人民，但是你不是英国人。所以当时在日本的法律呢，你是什么？你是岛人。日本的法律正式称台湾的汉族叫岛人，叫岛人。
他们自己叫和人，叫和人，就法律上正式的定义。所以在台湾被殖民的所谓汉民族并不是日本人，所以柯文哲讲错了，李登辉也讲错了。可是这个东西呢，到了什么？到了大概1943年到1945年的时候，出现了变化。因为日本人那个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侵略东南亚，因为要侵略东南亚，所以利用台湾岛的一个资源跟人力，所以开始呢进行皇民化，就说哎，我过去把你视为哎岛人，不让你当军人不行了，现在军队不够了，所以开始找志愿军啊、义勇队啊、什么高沙义勇队啊，都来当兵啊，就开始给你日本名字啊，就像南明的皇帝给郑成功说你开始改姓朱一样。啊，叫你改成日本人，知道当时皇民是要有特权的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的哦。第一个，你必须改名改姓，所以你是李登辉要改名成啊什么严礼正男的啊。第二个，你家的祖先牌位正中间必须要拜什么？拜日本天皇的祖先，叫大麻奉氏，就是那个什么灵符必须从日本的什么神宫啊，天皇的神宫移过来的。第三个，你全家都要讲日本语，叫国语，那时候叫国语，全家都要讲日本话，要穿日本衣服，第四个，正式登记宣誓效忠日本天皇，所以李登辉在这种环境长大，他很自然的跟他哥哥一样，他觉得他要变成真的日本人，可日本人眼中没有把他当成日本人，麻烦就在这里，所以他很激烈的要表态的更加宣誓效忠什么，日本天皇。所以当时有很多这种台湾的年轻人是说：“哎，我不想当台湾人，我想当日本人。”所以很激烈，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历史的痕迹。这个情景就有点像现在，在姚立明啊、段宜康啊，这些人身上看到的。他们本身是谁？是蒋介石把他的爸爸或祖父啊带到台湾来的。没有蒋介石的武力，他的家哪能来台湾呢？但是现在他以民主自由之名啊，没有去激烈去批评蒋介石啊。有恩于他们家的人，他没有办法在民进党生存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有点像当年这个日本战败之前的一个台湾的一个现象是一样。可是当时呢，台湾的处境是很尴尬的，二次大战结束很尴尬的。第一个，当时台湾人是积极支持日本人去侵略东南亚跟侵略中国大陆，所以我们有说。日本台湾兵啊等等，所以在战争的法律上面，台湾岛当时的资源基本上台湾岛是日本侵略东南亚跟侵略中国大陆的共犯，战争共犯，所以因此美军的飞机开来，或者是当时中国大陆的飞机，当时中国大陆飞机开来轰炸新竹啊，那个不是中国人开的，是因为中国还不会开战斗机，那时候是俄罗斯人开的，说俄罗斯找军的，像那陈纳德将军那种故事是一模一样的。来轰炸台湾，这个时候的台湾因为是跟日本站在一起，所以我们是日本这一挂，那战败了要产生很大的结果，台湾并没有受到战争共犯的处罚，为什么？因为在1943年12月1日，这点很重要，开罗宣言，几个大国家签的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在签的时候。还没有发生法律效力，所以很多人讲开罗宣言只是个新闻公报啊，只是白宫自己发的一个声明而已啊，没有，是美国白宫总统府发表声明，他说这个声明啊不算是国际条约啦，这个讲法对不对？对，但这讲法错误，有没有正确？不正确，为什么？当时是有几个，美国、英国啊、那个苏联啊、还有中国呢，签了这份合约，不是同意这份合约没有签字。没有签字，可是问题他有没有发生效力？没有发生效力，他讲的都是对方什么？第一个要韩国独立，第二个他认为满洲、台湾、澎湖这三个地方是日本人从中国人偷走的土地，所以要求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的条件就是你要把这三个地方还给中国。那确认当时的中国的代表中国人的政治组织叫中华民国，所以要还给中华民国，不是还给大清帝国。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满洲当时还有政权叫什么？叫 Manchuria Kingdom of Manchuria 满洲王国，有个政治组织存在，所以必须还给另外一个政治组织叫做中华民国。
因为他认定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人的政权，是从中国人手上偷走了，不能还给满洲王国，必须还给中华民国。所以这个份法律文件是谁写的、啊？是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后来当了商务部长的 Hopkins 写的。所以开罗宣言不是蒋介石写的、哦，也不是宋美龄写的、哦。所以开罗宣言宣布了以后，当时的确法律效力，因为日本还在无条件投降，所以没有构成开罗宣言生效的要件。因为开罗宣言生效的要件必须日本无条件投降。到了1945年7月26号，波茨坦公告，有人叫波茨坦宣言啊，那看英文翻译的问题了哈。波茨坦公告成立的时候，当时里面有很重要的条款，要求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的根据是什么？是根据开罗宣言，有这么一条。所以开罗宣言就摆到了波茨坦公告里面，变成正式的法律文件。波茨坦公告所有人都签字了，所有相关国家都签字了。那有没有能不能马上生效？不能马上生效，生效的要件还是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真正的生效时间不是1945年7月26号所签字公布的波茨坦公告，是1945年8月15号，不到一个月，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他们日本人叫做终战诏书，这张面子比较有嘛。啊，但事实上在法律上就是个投降诏书，里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字，日本天皇亲自录音广播文件正式出来，说我们接受那四个国家的宣言，讲的是波茨坦宣言，所以承认波茨坦宣言就承认开罗宣言，我们无条件放下武器。这个日本在这个国家是根据日本明治宪法在实行的，换句话说，日本人的主权是不是日本的国民？不是，注意到。在当时的日本的宪法秩序里面，领土主权、国家主权不在日本国会，也不在日本人民手上。因为根据当时的明治宪法的第一条，日本的国家主权属于天皇，所以天皇签字、天皇宣明、宣言、声明就算数。所以从那一刻起，日本天皇接受的台湾、澎湖、满洲回给中华民国。生效时间点是日本天皇开国宣布那个时间，在国际法上就构成生效。换句话说，我今天跟你买两瓶水，你没有答应这个契约不能生效，结果我还没有撤回我买两瓶水的一个契约的时候，你马上说好，你接受两瓶水卖给你，只要你一开口说接受，我们这个契约就成立。国际法的契约跟这个民法契约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有人说啊，你没有签条约啊，不算数了。那也唔办的，也唔办的，免插理哈。包括什么，有个国史馆的馆长姓张的啦，都历史学者啦，还有一个什么一个大学叫姓李的啦，还有一个姓薛的啦，哦，现在在蔡英文政府听说蛮狠的，但对不起，他不是历史学者，他不太晓得国际法该怎么运作。如果这不算数的话，那美国到处去侵占关岛啊，那都算不算数啊？塞班岛都是这样来的。最重要的是1949年9月2号，日本正式在密苏里舰把他们日本天皇的声明签了一份文件，叫做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有人日本人翻译成受降文书或降服文书，但是用 中文的说法应该叫日本降表，因为中文喜欢讲说这个叫降表。为什么无条件投降是你连谈判的条件都没有？像马关条约还有谈判条件啊，我本来给你辽东半岛，后来不给了，我改换钱了，就是两方面没有无条件投降，战争形成最后局面休战不再打了，两方面有谈判说我们怎么来赔偿你，输的怎么赔偿赢的啦，这还有条约，但是无条件投降底下根本谈不上条约。为什么？我开口要你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的条件是什么？不是你讲，是我讲的。所以因此呢，在日本降表上面，日本的重光葵首相哦。跟他的所谓的日军参谋本部，他们叫做日本大本营，两个人共同签字，还有很多国家啦，包括什么麦克阿瑟啦，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当时派谁啊？派徐耀昌，能听这人吗？哦，代表签字，是一个将军，这个才是正式的国啊？谁？徐耀昌？哦，这个名字很像的。也许不叫徐耀昌，也许我念错了，徐什么昌没错了，前面跟后面两个字对，中间没有把握啊。所以当时1945年9月2号就正式的台湾岛就属于当时的政治组织叫中华民国的领土啊，在国际法上是被认定的。
但是签完以后，中国马上陷入内战，中国大陆上出现两个政治组织，一个叫做中国共产党，一个叫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啊，外国人讲啊，大西啊，啊，都是两圣小，就像现在有的公司开始有公司派啊，市场派啊，那外面讲说，现在到底谁算数，谁能代表这个公司，就开始出问题了。所以旧金山合约1951年9月8号签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主要目的是什么？要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统治，因为从那个日本那个降表1945年9月2号开始，一直到1951年9月8号，日本都是在联盟军的军事统治，事实上是美国的军事统治之下，当时用军事统治的，所以为解除对日本的这个军事统治，签了一个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里面有很多条款，说日本人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主权，日本人放弃对库贝岛的主权，日本人放弃对什么的岛屿，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日本人放弃对西沙群岛的主权。有没有说放弃给谁啊？没有。为什么？轮不到你讲话，听懂没有？现在有很多日本人说，这台湾地位未定论啊，那南沙群岛地位未定论啊，还是关岛地位未定论，还是塞班岛地位未定论，有没有？他不是未定论，就日本来讲，他没有权利去决定这个要给谁嘛。这战胜国才有权利决定，轮不到你日本人讲话，你不无条件投降啊，你还来讲东讲西，这国际法上说不通的，这是无条件投降的意义。好，所以在旧金山合约之前，中华民国就取得台湾岛主权，所以后面的什么台湾未定论、我们近在公共，那国际法上说不通的。但是中国的到底哪一个政治组织是中华民国呢？还是1949年10月1号宣布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哪一个政治组织能够代表中国人的？知道，当时认为台湾岛是中国人的领土啊！中国人不管是你大清帝国啦、中华民国还是谁是谁，我们外国际上搞不清楚啊！你们打赢了，就谁来代表？像公司派的股东大卫赢了，还是市场派的股东大卫赢了，赢的人来代表吗？一直到这个问题，一直到了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有人会疑问呢、啊？为什么联合国会决定谁代表中国呢？开罗宣言里面就有联合国三个字，那时候联合国还没成立哦。为什么？联合国成立的文件，第一份叫《大西洋宪章》，第二份叫《联合国宣言》，第三份叫《开罗宣言》，第四份叫《联合国宪章》，所以联合国宪章是最后的文献。但在开罗宣言里面就讲，我们所有联合国的部队不逼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绝不终止，就已经出现了。开罗宣言里面就有出现联合国的字眼，所以用联合国的名义就取得合法性，可以决定主权的归属、代表权的归属。在1971年10月25号之前，中国的代表权全部都是中华民国所持有，这是联合国承认的。到了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中国代表权归属于那个政治组织，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想，哎，怎么会把国家当一个政治组织来看呢？对不起，国际法上，国家就是个政治组织而已，是有主权的政治组织，不是政党，好、哦，不是什么，大西洋公约组织，大西洋什么公约组织也是一个政治组织哦。WHO 也是哦，啊，还只是叠床架屋，法律关系很复杂的。所以联合国决议案里面正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认定为代表中国的，有拥有中国代表权的。所以这是一中原则的根据。因为在这之前啊，这一中原则有点怪怪的。那中华民国的问题出在哪里？在法理上面呢、啊，它的宪法、它的政府是代表权于中国人。但是中华民国宪法里面有一条，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大家备注了嘛，对不对？然后谁是中华民国国民？没有定义，它定义是说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有没有？但并没有讲有中华民国国民是不是都要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不只是我们这样处理哦，中国大陆也这样处理啊，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样处理啊，所以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香港不是归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吗？
香港有800万人口，这个但是800万人口只有500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资格，国籍资格，300万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300万的香港人基本上不被认定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就是在这个特殊环境里面所产生的。联合国决议案以后，我们就出现几个问题。本来中华民国是 GADD， 我们知道 WTO 之前是 GADD， GADD 的时候中华民国是会员国，但是很抱歉27582一通过，中华民国就被 GADD 给取消会籍。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加入，我跟中华民国就已经被取消会籍了。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好不容易再争取一个观察员，后来又出了问题。一直到了很后面2002年，你看拖多久了，我们才被获准用中华台北或者另外一个名义叫做什么台澎关税领域啊，去加入 WTO。 所以加入国际组织就有点像说你必须要有户口登记啦，那你没有这个代表权的话，你就变成很大的疑虑。对我们的难题在哪里呢？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27582决议案正式确立一个中国，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啊，也不存在一中一台，也不存在台湾独立。那问题在哪里？我现在讲的不是政治啊，政治上你爱怎么讲、怎么宣传都无所谓，但是法律上，这个一直目前还没法改变。第一个关键是说，有人主张说，那你27582只处理中国大陆代表权啊，并没有处理中华民国代表权，也没有处理台湾人民代表权，有没有这种说法？对不起，都不存在。对联合国这问题都不存在，为什么？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不可能就台湾另外再处理。那一个没有台湾领土的台湾人，啊，不就跟吉普赛人一样啊？在法律上无法处理，除非他有另外一个联合国决议案。说确定两个中国，确定一中一台，但目前为止还不出现这样一个法律的一个关系，所以一直说，哎，我们中华民国代表权联合国，因为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对，因为他认定你台湾的领土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人的领土，你必须有中国人身份，你才拥有是中国领土。现在代表中国人政治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这样子而已啊，哦，他的问题是出在这里。所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国际法看起来说，哎，按你前面跟我讲，你这不是早就在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宣言、日皇相互都已经决定了吗？但是更用重要的是1972年2月28号，美国跟中国大陆签那个上海公报，就是美国认知一个中国，然后你们两边的中国人怎么吵还不外排挤，有没有？我们俗话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认为台湾的所有人是中国人，台湾人并没有一个特别的定位，没有一个特别的法律定位，这是在1972年2月28号。到了1979年，隔了7年，1月1号，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的建交公报又再重述一次，就是中国代表权是谁有的？是中国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所建立的政府。一个政治组织里面可以有不同的政府啊，这个政府代表的。但是1979年1月1号美中建交公报，1979年4月10号就隔了4个月，美国的国会通过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这个台湾关系法不具有国际法的正式地位，但是会影响到台湾的对外关系。为什么？因为美国台湾关系法怎么写？称呼我们叫做什么？叫台湾当局。换句话说，美国政府承认我们是一个政权，但是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Authority 就是当局的意思。当局你可能是一个部落，你可能是一个武装政权 ，IS 也是当局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是当局哦，啊，爱尔兰革命军也是当局哦，啊，所以当局可能是一个国家，或者没有外交成分的国家，也可能是一个部落，也可能是一个地方革命团体、革命组织。举个例子，孙中山先生。老爷子曾经在袁世凯当中华民国总统的时代，跑到广州去，不是搞了一个军政府吗？那我们台湾的历史上，早期国民党说，哎呀，这个军政府也正式的国家，是错了。这军政府只是一个政权，是一个地方政权，它甚至也不是一个中央政权。
啊，国民党当时，对不起啊，我坐在国民党中常会讲国民党有坏话不太好啊，啊，但是当时在法律上，它的确是一个区域政权，它不具备了代表中国国家资格的一个政权啊。然后台湾公系法、关系法却承认台湾当局是一个政府，是一个政权，是可以打交道的，但不涉及主权事务，承认有个台湾人民。第一次出现法律上承认有台湾人民存在，但是有没有承认台湾岛这个岛的领土主权属于这个台湾当局的？没有，没有。所以并没有因此出现了台湾岛是台湾人的台湾，没有出现这个国际法的架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了1982年8月17号，美中巴西公报很重要。巴西公报代表什么含义呢？就是美国跟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互达成一个共识，第一个就是美国要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他要用极尽和平手段统一台湾，不要尽可能不要用武力，可能双方面，换句话说，你不用武力打台湾，我就减少武器销售；你用武力打台湾，我就增加对台湾的武力销售。等一点，美国人在某种程度里面对台湾当局跟台湾人民所形成的一个武器销售基本条件，是你要用和谈的还是用武力？最关键、最关键，现在吵得最凶的，就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1992年12月3号，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李登辉说：“哎呀，九二共识不存在。”蔡英文说：“只有九二会谈。”我们就回到原来的状态是什么，就很清楚了。1992年10月份，台海双方的确派代表在香港会谈。香港会谈谈什么？没有谈别的，就谈对方提出一个中国，联合国那个决议案，我们两方面怎么来看待，怎么来解释，形成双方面的契约关系。台湾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提了15种说法，大陆上提了8种说法，哦，数字上可能有错啊，因为年纪大了，记得不是不一定那么清楚。当时的台湾在李登辉主政的时候，有个国统会，有个国统纲领，有没有？我们就根据那个国统会跟国统纲领啊，去东解释西解释，提了很多一个中国的解释法。大陆那边提的好像8种，两方面这么谈啊谈啊谈啊，用哪一个版本比较好？一直没有共识。到底哪一个版本是我们双方面谈一下，两岸可以接受的？搞到了10月底，最后呢，中国大陆说：“你们回去请示吧，我们回去请示吧。”哎，中国大陆就转头就走了。那台湾这边等了几天，哎，你也没有回应啊。好，所以这个叫九二会谈。九二会谈是我们台湾提的几种表述的方式，大陆提的几种表述方式，哪一个版本没有达成结论？你说破局嘛？有没有没有破局？为什么？我去研究啊。那你台湾，你回去问问你们的老板啊。好，最后是在11月份，台湾去了函电，大陆来函电，啊，那函来函去，大陆说。好了好了，就照你们台湾那个10几种版本，那第8种好像第8种的，就照你那个表述，我们两方面来谈吧。那个表述就是最有名的一中六表，是谁提的？台湾提的，出你意料之外，对不对？很多人一中六表以为是李登辉当时提的，不是，提了几种里面他们挑一个出来修改的。这个整个的套条文最重要是在11月底的时候，大陆的海协会来说，我接受你台湾所提出的那一种表述，但是我加上一个但是，这个表述分上的九二共识这4项，第一点，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就是开罗宣言了。只是确认既有的国际法律的秩序，我接受。第二个是台湾的国家统一纲领啊，海峡两岸啊，努力追求国家统一，这是我们宪法征求条文里面国家统一前的、啊。
等于重复两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跟中华民国宪法的文字讲一句，是吧？两双方均努力追求国家统一，努力而已啊，没有一定要答应啊，对不对啊？大概是台湾的，关键是第三条台湾提的，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自不同，得以口头表述方式。这是什么？第一条不是一个中国是一中吗？这一条不是各自表述吗？所以你讲了一个中国，跟我一个讲的，我们认知不同，我们要口头各自各讲各的，就是说一中各表的来源。这条来源对我们有什么作用？1992年弄了以后，1972年，那1992年这个达成这个九二共识以后，1993年立个胡安会谈，还有更重要的，我们陆陆续续就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可以加入国际组织。有人解释啊，你一中各表不是说一中就中华民国吗？是啊，在台湾可以自称中华民国，不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用称中华台北。那国际上你要有中华民国的名义啊？没有，以后共识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个东西啊。但是先想一想，九二共识签订之前，我们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叫什么？叫中国台北，什么亚洲开发银行，就马上被改成中国台北了。那中国台北就很明显的，台北当局是谁啊？是中国的一部分嘛？那中国代表权是谁？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中华台北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属于你，你代表全中国，可是我不属于你。那我也不是独立的一部分，所以不叫中华民国，叫中华台北。是用这个名义，我们就放弃了。所以有人说啊，你要更进一步中华民国，我当然希望进一步中华民国啊。但是中华台北有没有比中国台北好？这是九二共识的一个结果。所以此后我们用中华台北加入中国都，中国大陆就没有抗议。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理论上它紧守着九二共识这个契约。那到了2002年1月1号，最显著的台湾加入 WTO 没有受到中国大陆的阻碍，我们用中华台北就加入。未来我们再加入其他的 RCEP， 加入其他的团体跟组织，包括 WHA 啊或 WHO 啦，有机会的时候都可以用中华台北加入。那中华台北加入算不算卖台啊？在陈水扁时代是用中国台北，李登辉是用中国台北加入亚洲台湾银行，到底谁是卖台的？你跟中华民国比，当然比上不足，比下是有余嘛，看你是切在哪里嘛。那这个你当然跟国际实力原则有关系，跟国际环境有关系嘛。有人说我不承认开国宣言，不承认开国宣言，人家韩国的宪法上开宗明义讲说我是根据开国宣言宣布独立的，美国也是根据开国宣言去取得很多太平洋岛屿的，对，所以开国宣言不是为了中国写的，这得先确认，它不是为了专为中国写的，然后东北地方也归中国了，不归俄罗斯啊，不归那谁，不归日本啊，啊，就东北地方归中国，也是因为开国宣言的、啊，哦，所以。有人就说啊，他没有效力，他没有效力，他效力早就发生啊。你后事后面你说有什么有英国首相不承认啊，谁说那不重要？为什么？当我们四个人同意这个东西以后呢，有一个人不同意，有没有使得这个效果丧失？没有，必须要我们四个人都不同意，这个效果才会丧失。好，他的法律的运作是这样子的。那要不然你有本事你拿战争来拿嘛，光出嘴巴没有用嘛。那至于其他什么？什么军队头头啦，太平洋海军司令啦，或者什么卫生官员啦，谈这个议题，他们都没有国际法上的代表意义。国际法上取得领土主权跟放弃领土主权，原则上只有两个人能代表，第一个国家元首是谁，第二个政府首长是谁，这两个以外其他人都，包括麦克阿瑟都没那个权利。包括有些历史学者像李小龙啊，说啊，当时台湾光复10月25号的时候，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挂了联军啊八个国家的国旗，所以那个是盟军占领台湾啊，蒋介石军队占领台湾，并不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要不客气讲，这些教授根本没有什么知识，至少没有国际法的知识。为什么受降典礼是对军队啊？就军队投降，当然是投降给盟军，就军队对军队，跟国家领土主权没有关系啊。麦克阿瑟也没有权利代表国家主权。没有一个军事首长有权利啊，你又不军阀，你军阀段祺瑞当执政也不敢说代表中国啊，对不对？
你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代表权，所以讲的都不算数。就像签契约的话，如果没有董事长盖大小章，那契约算不算数啊？那法律上不一定算数的，啊，必须我承认。所以关键的处理是我们台湾发明很多奇奇怪怪的说法，是要满足我们自己可以的，但是在国际上呢，我们在打国际战是很吃亏的。再来，2002年1月1号，台湾加入 WTO， 就是九二共识之后的一个发展。2005年3月14号，中国立了一个反分裂国家法，中国他就咬住，给国际法上所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然后他援引的，中国当然是面子问题啊，他援引的是谁？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援引的法律依据，刚好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肯原则。大家没听过林肯原则吗？林肯原则是这样的：美国的联邦宪法的时候，有规定各州根据什么条件可以加入美国联邦，有没有规定他可以也同样的条件可以退出联邦？有没有？美国联邦宪法上没写。所以当林肯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南方好几州就宣布独立，成立一个叫做南方邦联，全名叫做美国邦联，我们历史上简称叫南方邦联。总统叫戴维斯，总司令叫 Robert Lee， 啊，罗伯里将军，很有名的一个军校毕业生。然后他们宣布的时间点跟林肯在当选总统的第一任就职演说里面的宣言一样，那个就职演说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在宪法上，在国际法上非常有名。希望这个隔两天蔡英文的那个就职演说也要这么有名才行。林肯怎么讲？美国宪法并没有规定你退出联邦的要件，但是他就一个合众国的总统，如果你要退出联邦，没有经过其他邦的同意，退出联邦就是叛乱。什么意思？就是叛国。然后他定下这个林肯原则，很有名的 Lincoln Discipline、台湾很少人念到这一段、一定下没有经过同意你离开就是叛国，就是叛乱，就启动联邦军队征伐南方。一打下来，南方的白人男性这场战争打下来三个死一个，最后投降 ，Robert Lee 他关了几年嘛？不然林肯说啊，算了，不要关太久了，就放了。说 We are brother， 关一下就好。那反分裂国家法严谨的就是说，你违反这个原则，我不同意你台湾独立，兴兵讨伐。为什么？现在的国际法上，一个国家发动军队打那个国家，如果没有国际法上的最起码的基础，就是要触犯政战战争罪，哪一天你就会被送上什么国际刑事法庭，就像那个南斯拉夫的前总统有没有被送上什么国际军事法庭一样的。那美国人在打什么打那个什么伊拉克啊，还是联合国要这个要那个啊，这个法律这个同意的同意啊，搞了好多法律基础弄好以后，好，我可以打他的才敢打。为什么？他怕以后有人算账，你怎么知道不会呢？所以有时候国际形势很难讲的，所以要做事情先 prepare 自己，所以中国大陆在做这个准备。但是即使经过这样老老朗朗，2005年，因为2004年陈水扁在竞选的时候有提过要修订新宪法啦，要制定一边一国啦，所以2005年就冲着陈水扁来了。2010年最关键的，吵个老半天，马英九当家了以后，两岸签订了 ECFA 法。为什么签订 ECFA 法很重要？这是两岸正式在法律文件上面，对方承认我们是一个 counter party， 什么意思？可以签约的对方，可以签约的对方，我不再承认，我不认你是不合法，可他也没有说你合法，可他签了，就是说他在国际上默认你是一个政治实体，
默认你是一个政权，虽然我跟你握手还要弄个白手套，但至少他跟你握手。哎，这个不是首例哦。哦，当时俾斯麦在统一德国就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哦，因为他把很多的那个地方诸侯找来说，我们成立一个德意志帝国啊，那找普鲁士王室来当德意志帝国皇帝啊等等，也有类似发生过类似的一个争论。所以台湾的本岛的台湾岛的国际法地位，是先从一个所谓无主之岛，就是我们国际法上找不到有一个政治组织拥有主权的政治组织宣称这个岛是它的领土，我们找不到证据，一直到了1635年12月18号出现了麻豆协约，这个时候确认台湾本岛开始长达10年的一个统一过程。所以统一台湾岛的是谁？荷兰人，不是咱们中国人。但是政和合约我们取到了，中国政权第一次取到了台湾岛的主权。这个时候汉民族才开始大量移民台湾，开始讲闽南语啊，开始讲这些啊等等啊。但当时的台湾啊，它其实这个名词是台湾的名词出现是很广，最早刚开始荷兰人在台建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正式的官方名词还是叫做 Zeelandia， 称呼附近的土地叫 Zeelandia， 所以那个城叫 Zeelandia。 可是呢，他开始找中国的外劳，我们中国人当时来台湾当外劳的时候，我们那个都闽南人啊，泉州口音啊，搞不清楚 Zeelandia 怎么念，念得热兰遮城。可是正因为热兰遮城在那安平港港外那个地方有个村落，那个村落有个村社，很小的村社，那 海港旁边有小村社，原住民的小村社，叫什么？是属于台湾族的小村社啊，台湾族跟原住民混合的那种会划船啊、钓鱼的渔民的小村社，那个地方叫戴欧瓦，那个地方叫戴欧瓦啊，所以我们汉人啊就把它称作哦戴湾。听到闽南语，所以就写成大圆。但大圆讲的是那个港口啊，大圆港，大圆港。注意到啊，我们到今天为止，闽南人在念闽南语的时候，念台湾怎么念？啊？怎么念？台湾对不对？不对，为什么？那个湾字可以念成玩吗？啊？用闽南语念应该台湾啊，对不对？怎么会台湾呢？台湾就是因为早期念台湾念惯了，到了后来哦，大圆这两个字哦，有一些念书的哦，觉得大圆这两个字哦，不是那么的雅，那怎么搞了七搞八搞啊？最有名的是一个叫何什么东西写的一个，他是一个福建省的一个官员。就直接的把大圆写成台湾，因为什么？因为北京的官员哦，念台湾比较熟悉啊，他就用台湾。然后到了这个沈光文，你们听过吧？写的最有名的一个文学作品叫《台湾赋》，这第一个用台湾两个在文学上出现的字，所以沈光文又叫做海东出主。海东是哪里？台湾海峡的东边啊，叫海东出主。第一个。祖先文学祖先叫海东出主啊，沈光文有写的台湾赋，你们去 Google 就有台湾赋。所以台湾这两个字是在大圆很后面才发展出来的这个国语的音译，但是国语的台湾你如果用闽南语来念它叫台湾，不叫台湾。那闽南人一直都念台湾，是原来承袭原来的大圆啊，很大圆。所以这个字眼呢、啊、是从一个台湾族的村社叫台欧湾，台欧湾改名成大圆，再从大圆改名成台湾，所以是汉这个名字的转换，就代表了台湾汉化的一个情形的发展。哦，那原住民一直都没有发展出整个台湾岛是一个岛的概念，他们一直没有这个概念。原住民来台湾大概1000多年左右，顶多不会超过3000年。哦，比如现在讲的是什么，台东那个什么八仙洞有没有啊？那个原住民啊，或者什么左镇啊，台南左镇人啊。那些跟现在原住民都没有血缘关系啊，原住民来台湾可以考据出来，将近最多会超过3000年，那可以记录大概1000多年。那到现在为止呢，啊，汉人到台湾呢，
大概是比较晚。有人说我们咱台湾人拢是四百年来拢去用外国人欺负，系列我们就是欺负人家的外国人，因为我们靠的是军队啊。如果没有郑成功的军队，就我们就跟谁一样啊？日本人在十六世纪是比汉人更早来台湾，他的德川家康时代就派人到台湾来了，要台湾人原住民承认他是皇上，要台湾的原住民叫高沙国王，很有名的丰臣秀吉的在鹿儿县啊，很有名的，这十六世纪就出现了，比中国还早来台湾。但是他派的人一上了什么台湾岛，就被原住民给杀光了，跟原住民武力有多强大，就被杀光了。原住民的武力是后来到日本啊比较强大，明治维新以后才有牡丹关事、牡丹社事件啊，所以决定领土当然靠武力啊。所以有几个比较主张台独基金的朋友，我都跟他开玩笑，台独不是不可以，谁说台湾不能独立啊？有个理由啊，韩国的独立啊，可是你香港怎么不能独立？联合国被允许独立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你是殖民地。所以联合国有个非殖民委员会，有没有？东帝汶就是殖民地独立的，新加坡是殖民地独立的，马来西亚是殖民地独立的。所以联合国的法律里面，你只要是殖民地，你就可以独立。可是有问题，台湾就是因为开罗宣言丧失了殖民地资格，跟香港一样，香港是在1972年中国取得中国代表权的，把香港从殖民地的身份把它改成中国领土，联合国同意的。那台湾在开罗宣言有两个优点，第一个，台湾本岛人一下子解除了二次战争的战犯的罪责，所以很多台湾兵一下子就变成什么中国人，取得中国国籍。那台湾当时为什么没有被解除？因为在台湾当时并没有像韩国一样出现什么抗日政权。如果你在二次大战期间台湾本地人没有变成皇民而产生了抗日政权，像什么韩国一样，像新加坡、马来西亚一样出现抗日政权，你有可能被认可你有台湾独立的制度。可是当时没有，当时台湾人是跟着日本的后面去做侵略者，侵略者人家怎么可能承认你是有独立资格呢？不可能啊，没有把你炸光就不错了。最有名的是什么？1945年琉球战役。当时啊，在开罗会议上面就吵过一件事情。史迪威将军参加开罗会议哦，他提了个计划，要求美军大笔登陆台湾。谁反对？蒋介石反对。蒋介石跟罗素讲说：“你不是讲好吗？台湾岛要还给我中华民国啊！你现在派兵去打，打烂了，我怎么去重建啊？”哇，那吵啊吵啊吵的啊！最后决定不打台湾，台湾只要空袭、轰炸就好了，就打琉球。台湾是这样逃过一劫的。琉球那一仗打的结果是什么？三分之一琉球人不见了。为什么？登陆战他怎么打？先大量轰炸，不管3、7、21有没有轰炸，轰炸完再登陆，有没有登陆扫荡，打巷战，那就会没水啊，没吃的啊，没喝的啊，尸体没有人收啊，所以因此琉球在那一场仗，琉球本地死亡三分之一以上，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个基本点。所以台湾就因为开罗宣言躲过一战。又因为台罗宣言也取得本来是战败国，一下子变成战胜国，所以台湾有点角色有点混乱了，有点混乱。那你说那台独呢？很简单嘛，你有本事像爱尔兰一样，荷兰、英国人同意你独立，你就独立了，爱尔兰共和国这样产生了。可是爱尔兰是帮英国人打二次大战，英国人也不好意思跟他这个真枪真刀这样打起来，前面还在跟德国人打，一下子打起来。吵一吵啊，让你独立的。第一种，低度战争底下独立。那第二种呢？你有本事向美国独立战争？美国独立战争不是英国血统了，还有法国血统了一堆人。美国不是纯种的英国人，一边很多法国，很多其他国家组成的军队，打赢你就是华盛顿啊。如果打输了，你就罗伯利亚。南北战争你打输了罗伯利亚，为什么？战争决定领土的归属是国际法承认的。因为国际法承认是谁，哪个政权代表谁，
战争合不合法，战争有没有使用不当的武器，他是规范这个东西。那你说，哎呦，国际法就是强权哦，不接受，不接受也可以啊，你没有办法去破坏它，难就难在这里啦、啊。哦，所以以上我就很简述的跟大家讲，我们台湾的困境在哪里，我们的困难在哪里，我们的缺失在哪里，台湾岛的主权从什么开始的？所以中国自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一部分，大陆上的说辞要稍微缩短一下。哦，正确时间是1662年2月1日。他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个也要说，因为现在台湾人出现在台湾大概也不到200年，大部分都不是啊，都清朝中叶才来的。那你说，哎呦，唐山东面唐山母，这个也不正确。我们荷兰人给我们的数字不是这样子，中国人不会做统计的，中国没有什么统计的 idea， 荷兰人给统计很清楚啊，啊，所以你当时有多少的在郭华一事件里面，中国移民的女人被跟小孩被杀的数字高达1500人，那怎么会没有女人呢？没有女人哪来小孩啊？所以以上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简单说明，时间的关系啊，这个谢谢大家。打仗，第三个也许学普丁一样，就把那个克罗，那个什么克罗米亚，哎，这样把它吞下来。可是吞下来的时候，基本上全世界有一部分人认可，有一部分人不认可。所以一个土地之所以是一个主权者的第一个条件100%没有问题，是领土本身没有争议，主权者的宣誓说这个是我土地是没有争论的，但是是不是说这个土地上面是我土地是没有争论的，但是是不是说这个土地上面一定要你住的人呢，你判的观念它不一定啊，像那个什么那个 Greenland 那个格陵兰有没有那么大片的土地上面有没有观念啊，没有啊，是很多地方没住人啊，可是还是宣称是某某国家的一个主权的领土所在，所以国家是在法律上是一个政治组织，领土本身必须要是没有其他主权者竞争的时候，这个领土你宣誓的时候才算是你的。但是在当时台湾岛，有人说从古代就有了，从哪一年开始？我们必须有一个很抓紧的时间点，我待会再跟大家做说明。这个东西至少在荷兰人之前是不存在的。荷兰人来台湾之前是不存在有台湾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国际法的事实，目前会找不到任何证据，找不到有中国人在台湾建立比较有主权或者武装规模，因为主权者你是可以合法拥有武力的，你找不到任何证据说中国有任何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区域政权、诸侯政权曾经在台湾宣誓说台湾岛是他的主权，而且有任何人说不是你的领土的时候，他可以派军队跟你对抗的，没有找不到任何这种证据啊。所以我在大陆上这样讲的时候，有很多的大陆的学者很不以为然啊。这个台湾自古是咱们中国的神圣领土，我问他自古从哪里开始，他也讲不出来，这要拿证据的。第二个，我刚才讲那句话，台湾是台湾人的土地，台湾是台湾的领土，这句话在国际法上也有问题。为什么？各位身为台湾人，台湾人这样的人民什么时候出现在台湾岛？你不太确定，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出现在台湾岛？如果你跟你的爸爸、你的祖先、你算得到的祖先的范围里面都没有办法找到证据，你出现在台湾岛的时候，你作为台湾的居民跟台湾人，你什么时候出现的？大部分人跟人讲哦。台湾有80%的人口哦，他的祖先算得出来，出现在台湾岛大概是150年，都是清朝康乾隆嘉庆年间来，康熙的时候还不算。那个时候嘉庆跟乾隆来台湾的本省籍的最多，算一算差不多不到200年吧。而且那时候人口很少，最多的是什么？最多大概是咸丰同治啊，那个大陆大乱的那段时间呢、啊，来的是最多人啊。所以啊，现在很多人。本省级的家庭去算的时候，他顶多大概是150年到200年，超过200年的是很少，很少很少。那我们家比较特殊啦，我们是北港人，是全说做渔民的，所以我们很早就来台湾啊，比荷兰人还早一点点，1621年。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全台湾大概1%不到啊，1%不到，非常少。那当然有外省级的，台湾人的话，他基本上来台湾大概是民国38年开始算起嘛，所以现在加起来时间也不多。所以真正台湾人出现在台湾岛的时候是很晚的，可是台湾人出现在台湾岛的时候，我们现在自称为台湾人，不包括原住民哦，
出现在台湾岛的时候的时间点，对不起，那时候台湾有没有主权啦、啊？有了，已经有主权的归属，在国际法上已经被确立为这是某某人的领土。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想谈我手上以及现在所有的研究找得到的可以确认台湾岛主权属于谁的。第一份文件是1635年12月18号，1635年12月18号，看起来很久，有没有400年？没有。所以有人动不动就说：“哎呀，那台湾四百年的树，对不起，那400年历史前面那200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还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还找不到跟他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祖先呐、啊，400年前都还在中国大陆。那有人讲说啊，我们有平埔族的血统啊，我们有原住民血统啊，我们所查出来的通婚记录，日据时代汉人跟原住民的通婚记录，在闽南人部分，他的通婚比例不到1%，不到1%，客家人比例稍微高，也没有超过2%，就是原住民跟汉人的通婚不到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比什么？比我们现在大陆籍的新住民以及越南籍的新住民，或者是泰国籍的新住民跟台湾本地人通婚的比例还要低，所以是没有办法构成一个血统上的一个诉求。我只是把客观数字来跟大家做说明。那为什么1635年12月18号在大概台湾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没有出现过？因为我们汉人有点的比较自大，不太去承认这个事实。因为1624年，在1635年前面的1624年，发生什么事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第一次进入台南，现在叫安平港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叫做热兰之城。热兰遮城，大家听过吗？哈，热兰遮城是闽南人的闽南语去翻译荷兰文，翻错了。它的本来叫 Zealandia， 什么叫 Zealandia？New Zealand 听过吗？纽西兰 ，Zealandia 就是小泽兰，纽西兰就是新泽兰的意思。Zealand 是哪里 ？Zealand 是荷兰，这个荷兰其实不是国家名字，荷兰是省的名字，国家名字叫尼德兰。尼德兰这个共和国现在叫王国了哈。尼德兰王国最靠近比利时那个省啊，就像那台湾的高雄那个地方叫做泽兰 ，Zealand。所以那边的船出去的时候，大概很多地方都会被叫成。新的地方叫新泽兰，台湾叫什么？小泽兰。所以小泽兰我们就把它 Zealandia， 我们就把它翻译成热兰遮城。我们只要看在那个泉州人的泉州腔怎么念，怎么会把 Zealandia 翻译成热兰遮城？不过我们当然习惯上热兰遮城就是小泽兰的意思。可是当时荷兰人在台湾的时候，他并没有要建立殖民政权，他殖民政权是发展出来的。怎么说？他刚开始呢，只想要占据一个港口。用这个港口呢来收税金，有点像自由港区一样的。拿着船进来买卖，我收付关税啦，收付进口税啦。所以他并没有，当时还没有意识要跟原住民起战争，也没有说要侵占台湾的土地。当时真的刚开始看到的文献上并没有这种想法。可是因为占了以后呢，他不断的跟什么，跟当时在同样地方做买卖的日本的商人，跟中国的商人，或者我们想讲说，倭寇也好，或者是中国的一些海盗也好，就产生了很复杂的纠葛，所以他不断的加强武力，就一结果来了，不断的逼死附近的原住民，用像廉价劳工的方式帮他们做事，就不断的起冲突，最后双方面呢就开始了战争的征伐，到了荷兰的第四任总督叫做普特曼，叫普特曼，这个总督呢就率领了军队。开始征伐所有的原住民的村落，我们叫做什么村社部落。这个部落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战争是当时在台南地区的平埔族原住民。平埔族原住民就所谓西拉雅人，因为当时的平埔族在全台湾大概有6万人，有6万人，6万的人口是实际的统计的数字，最大的占一半的就是西拉雅人，有将近3万人。西拉雅人里面最大的村社就是麻豆社，当时的原住民呢，不是所有的西拉雅人形成一个政权组织，而不是一个村社一个村社一个村社，我们要讲部落好了，最大的是麻豆社。
麻豆社呢对于荷兰人是采取敌意的，两方面经常产生摩擦。可是麻豆社又跟新港社，新港社就大概就在现在在台南地区啊，不是大家想那个嘉义新港哦，不是哦，是台南地区的新港啊、哦，新港社两边起冲突，所以普特曼就利用新港社跟这个麻豆社的矛盾，就说好，我帮你打仗，就带着新港社的人去打麻豆社。这一打形成台湾历史上第一份具有国际法文件的，叫做麻豆协议。因为麻豆社战败了，土地被焚烧了，然后这些荷兰人就跟麻豆社的人，他叫长老，不算酋长，因为西班牙人 的首领制度没有那种父传子子传孙的那种酋长制度还没有诞生，他基本上都还是什么，都还是那种长老推举制的比较多一点啊。当时签了一个历史上最知名的跟台湾岛主权有关系的，叫做麻豆协议，签的时间点在1635年12月18号。内容讲什么？第一个，荷兰人，荷兰是用什么名义？荷兰是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名义。你就很奇怪，怎么会有个公司啊，像个政府一样？它是这样子的，它是大概是在差不多在1602年吧，哦，1602年的时候，荷兰人呢、啊、有14家商社成立一个公司，叫联合东印度公司，就是我们讲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但全名叫做联合东印度公司，外号叫 VOC。V 是 United 的意思，因为是荷兰人用 V 不是用 U。这家公司14家贸易商所组成的，得到了荷兰当时的主权最高机构，叫做荷兰大议会。荷兰大议会的批准，给他特许权状，说你到海外去可以代表荷兰政府，你可以征兵。所以事实上荷兰兵不是荷兰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德国人。你可以征兵，你可以收税，你可以用法建立法庭，你可以杀人，你可以侵占土地，但是这些东西都算是荷兰最高国会授权给你的。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到台湾来的基本上是子公司，它的什么亚洲总公司在哪里？亚洲总公司在雅加达，印尼雅加达。所以是荷兰人跑到印尼雅加达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叫做巴什么？记不记得？巴维亚，中文怎么翻译？巴达维亚，有没有？有听过有没有？巴达维亚，哦，就巴达维亚总部。其实巴达维亚是荷兰人的意思，什么意思啊？我们经常说，哎，我们是汉人，或者我们是唐人，哦，他们荷兰人经常自称自己是巴达维亚人，所以他们把那个雅加达改名叫巴达维亚。所以台湾的控制台湾的殖民的军队或者总督呢，是属于巴达维亚。那巴达维亚是受荷兰阿姆斯特丹控制的，董事会在阿姆斯特丹，所以当时他们签的这个协议的名字呢，用的一个名字叫做热兰遮城长官，我们翻译成热兰遮城长官。热兰遮城长官跟麻豆社签的这个协议，第一条是什么？荷兰承认，不过用的是尼德兰，荷兰是我们东方人哦，就是包括中国人、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弄错了，以为荷兰就是。哎，就是什么？哎，就是这个尼德兰，就是尼德兰是国家，荷兰是其中一省，7个大省中的一省而已。所以第一条就是荷兰承认麻豆社就它的领土范围里面拥有最高主权。第一个，先承认。第二个，麻豆社的人啊的长老承认，从1635年12月18号开始。他们的领土主权移交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这天。所以第一个荷兰人虽然是1624年就来到台南安平港建立热兰遮城，热兰遮城盖了整整快10年，就差不多是1634年到1635年的时候打仗打赢了，所以第一次正式取得台湾岛具有国际法意义的领土主权。但是不是整个台湾岛，那时候大家还搞不清台湾岛长得什么样子哦，包括原住民搞不清楚哦，原住民也没有台湾岛的概念哦，它是有部落的概念，所以麻豆社的整个土地就属于荷兰人的领土。所以要开个玩笑，就是说当时的台湾是谁？台湾是印尼的一部分，印尼是谁？印尼是荷兰的一部分，这样法律上就很清楚的界定出来。可是它只有占麻豆啊，
结果呢，后来呢，土特曼觉得，哎，这个方式不错啊。为什么？就规定你每一年要来做进贡，不过进贡基本上是说给一点槟榔啊，不是说真的很剥削的，但是要做，要服劳役，要服兵役就是了。就开始用这个模式进行了长达快要将近十年的征伐，今天打这个部落，明天打那个部落。以前历史上台湾讲说有个大肚王国在台中啊，在台中地区有大肚王国，平埔族所建立的。然后那个大肚王国呢，我们很多人把它形容成台湾人最早的国家，对不起，那错的。为什么？那只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部落联盟而已，它还没有到达一个国家的地步，就说它看不出来哪一个中央政府可以指挥附近的土地，是一个很松散的部落联盟。但是呢，有一个人呢，外界就把它称作 king， 你知道英文里面的 king 哦，定义很广，对吧？英文的定义很广，从最大的那个叫 king 到最小的叫 king， 通通叫 king。所以翻译成中文以为每个都是国王啊，其实不是啊，他并没有具有国王实质的权利或者国王实质的政治意义。大陆呢，大陆国王呢，荷兰把他打垮了，那他一样签了一份跟麻豆协议一模一样的协议，一模一样的协议。所以荷兰呢，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呢，一直到把北部的西班牙人占据基隆淡水的西班牙人赶走之后呢，所以。基本上荷兰人花了将近十八年的时间，到台湾花了将近十八年的时间，才统一整个台湾岛，取得完整的台湾岛的主权。所以这个时候台湾岛的领土算不算是领土的领，就是出现是什么？是有政治组织管理的时候才算是领土。如果你没有个政治组织的话，你那个不叫领土，不能被界定为国际法上的领土。所以在1635年到很后面的快结束了，其实荷兰政权快结束了，统一整个台湾，就到了1662年的2月1号，其实是1661年的年底啊，郑成功就带着大兵啊来攻打台湾，就一下子把荷兰人的热兰遮城给打垮了。打垮了就在1662年的2月1号签了一个郑和，我们历史上叫郑和合约。但是这个法律文件很有趣，一样的，其中最重要一条是什么？就是说荷兰人把在台湾所有的土地财产全部都移交给郑成功，但是落款的郑成功的身份是什么？他不是一个个人，注意到郑成功在这个合约里面签的不是一个个人，他是一个什么身份？他上面落款写得很清楚，他叫大明，什么意思？就是 明帝国嘛，他写明帝国就是一个政治的组织，大明啊，招讨大将军，注意到他还是不是大明的皇帝哦，他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也。他落款是这样签的，换句话说，荷兰人所有的权利是移交给我这个叫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也。这一句话在法律上什么意义呢？郑成功代表的是大明帝国来接收台湾岛。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大明的中央政府不能管我，为什么？因为郑成功在20岁的时候就被南明的皇帝任命为忠孝国招讨大将军，到了永历皇帝被称为延平王招讨大将军，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诸侯，他就是一个藩王。什么叫藩王？就是我跟皇帝不同姓，不同姓，所以后来不是改成叫朱，什么叫朱成功吗？改姓朱。但是我们大家习惯叫他郑成功，他是跟皇帝不同姓，叫亲王，叫郡王，在当时的法律叫郡王，就是你不是跟皇帝有亲戚关系，但是跟皇帝一样算兄弟的，所以叫做郡王。所以他用国姓人的名字就代表他是延平郡王，他用招讨大将军的就是我是明朝的皇帝所任命的，所以我取得这个台湾岛是代表明朝来取得的，我是明朝的什么？我是明朝的藩王，我是明朝的异姓亲王，所以我在台湾所建立的政府叫做什么？当时叫做东明政府，当时叫东明政府。这个东明政府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就是中国东边的政府，换句话说，您是边疆的意思，也就解释成说我是大明帝国的东部边疆政府。当时他的首都在哪里？不在台湾哦，也不在台南哦，因为郑成功来的时候不到一年就死了嘛。所以他当时的首都呢的首府还在哪里？还在厦门，所以他把厦门取名叫思明，思念明朝，因为那时候明朝皇帝大概都快挂了，
因此呢，郑成功所签的这个荷兰人呢，所以是代表大明帝国在台湾建立一个区域的政权，就有点像东印度公司代表荷兰人在台湾建立一个区域的政权。所以郑和合约一确立的话，这是中国政权第一次在历史上在台湾建立政权。所以如果说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时间点只能算到1662年2月1号，之前都不算。所以没有，有没有400年？没有啊。很精确的讲，就是1662年2月1号之前是荷兰的领土，之后是郑成功代表中国人第一次在台湾建立政权，也确立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不属于中央政府。不一定要领土，不一定要属于中央政府才算领土哦，属于地方性的政权也算哦。像日本战国时代啊，跑去吞掉了什么？吞掉了琉球。琉球那个时候不是日本的幕府去吞掉了，是日本那个什么一个什么藩主啊，哦，什么一个什么在九州的藩主啊，就把它吞下来，那也算哦。可是我们要了解的是，郑成功在台湾的统治事实上啊，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因为他并没有把台湾跟中国做切割，他仍然具有金门、厦门一带，还是以厦门作为主体。到了他的儿子郑经的时候，还台湾发兵参加三藩之乱，到中国大陆去进军，所以这个时候他仍然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有人说啊，郑成功啊的儿子郑经啊，认为他是台湾国王，但是外面人把他认为台湾国王，他自己不认为自己台湾国王，哦，他自己认为还是个藩王，哦，延平藩王，哎，可以拥有大陆很大片的土地。所以曾经一段时间，郑经在跟清朝皇帝康熙皇帝和谈，注意到他们两边哦和谈很久哦，和谈好几次哦，其中一个要求就是什么？说你把福建划给我。啊，郑经要求你把福建划给我，让我领有两地。啊，你是皇帝，我是藩王，你不要管我，我不要管你，一国两制。所以一国两制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那个时候就玩这个游戏。那，啊，好，到时间就来到什么地方啊？来到1683年10月5号，因为施琅带兵打垮了在澎湖打垮了谁？打垮了郑成功的郑克爽的海军。打垮了以后呢？郑克爽就在1683年10月5号提出了台湾历史上一直很重要的降表，叫郑克爽降表。这个降表里面讲啊，叫做无国无土，所有的人民土地通通请皇上你笑纳。皇上是谁？康熙皇帝，请你笑纳。好，所以从那一天开始，1683年开始，10月5号。台湾的土地不再属于大明这一个国家级的政治组织的领土，就开始成为正式成为大清帝国这个政治组织的领土。换句话说，大清帝国就以国家继承的资格来取得大明帝国所有的领土以及对人民的统治权利。所以郑克爽这个降约降表的含义是第一次清政府统治台湾的法律依据。但清政府统治台湾呢，一直很长的时间，可以说200多年。到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已经1895年4月17号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里面，大家知道是甲午战争引起的。马关条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因为清政府那个时候，大家割让领土已经很习惯了啊，割让领土给俄罗斯啊，割让领土给谁啊，就有经验了，很精准的，就说哪几个领土，澎湖啊，台湾，注意到在国际法上都把澎湖跟台湾作为并列，在国际法上不认为澎湖是台湾的一部分，为什么？有没有知道？为什么？因为澎湖群岛在公元12世纪，在法律上就正式定位为澎湖群岛，就正式定位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啊，是在十二世纪，比1662年整整早了将近500多年，所以澎湖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在十二世纪就已经定位了。但是台湾是到了1662年2月1号郑和合约的时候才确认台湾本岛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开始有，其实在荷兰时代啊，
就开始有了什么，有很多的大陆的沿海的移民，跟别人什么移民到台湾来。但那时候中国人到台湾比较像外劳，什么叫比较像外劳呢？第一个是荷兰人啊，跟谁签约的？跟郑成功的爸爸郑芝龙签约，说我现在哦要改变我殖民的方式，我不再靠贸易，我还要种甘蔗，我还种米，所以我没有劳工，而且平埔族原住民又不善于这个种田，比较适合的是汉人。刚好那时候中国大陆大乱，就请郑芝龙啊当人蛇集团的头头，去大陆上拉人来，拉一个人给多少钱？所以很多本省的祖先是这样给拉过来，不是外劳。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祖先生在台湾的主人哦，哦，就是外劳。所以外劳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到了所谓的荷兰人统治台湾的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平埔族竟然从60000人变成只剩下30000多人。荷兰统治有多厉害啊？统治的平埔族人口大量减少，但它大量减少跟历史上写的不一样吗？为什么被汉化？不是，都不是。好，我再大跟他解释为什么平埔族人口大量减少。所以减少一半，可是汉人从原来的1500人增加快多少？快20000人。有人说100000人，但是我们查的数量比较清楚，大概20000多人。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平埔族人口跟汉人人口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啊，但很多人讲说，哎呀，因为没有唐山公，没有唐山，那历史学者大概浪漫的想法。我们查所有的数字，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当时荷兰人故意操纵汉人跟原住民的仇恨。所以两边基本上是不通分的，而且仇恨非常的严重。有举个例，郭怀一事件，大家听过吗？哦，就是中国的移民造反，啊，造反要推翻他那个什么荷兰人的统治的政权。结果啦，这个荷兰人人数少，荷兰人在台湾只有2000人而已啊，他没办法抵抗20000人的中国的移民啊，他就去跑去跟原住民讲，来，你只杀一个中国人，我给多少钱？所以原住民很厉害。武力很强，啊，武力很强啊！一天之内杀掉6000个中国移民，一天6000个，因为有钱人嘛。那的不分老少，大概就屠杀光了。那中国人有个好处，为什么好处呢？20000人杀了6000人不稀奇，因为什么？又是偷渡的移民又一起来了，所以中国大陆人口源源不绝的过来，所以中国人数始终少了一下，马上增加，少了一下，马上增加。为什么？当时的台湾岛比起中国大陆来讲，土地比较肥沃，治安比较好。欸，中国大陆大乱，那时候大乱，比他们来的好。荷兰人统治的绩效也比清朝政府政府来的统治，那个什么明朝政府的大末年大乱的时候来的好。所以无形中啊，中国移民王，那有人说只有唐山公有唐山嘛？对不起，现在出的文件都不是这样子的。当时荷兰的记录，他的船从中国大陆来台湾的时候，找得到的记录啊，每8个男人就有1个女人在里面。而且女人来到台湾就不回去，男人来台湾还会来来去去，这比较像台上，所以并不是在早期没有汉人的女人在台湾，都不是事实，因为根据荷兰出国记录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即使如此，汉人人口还是一直快速成长。回过头，为什么说平埔族呢会人口大量减少？荷兰统治这台湾的时间呢，平埔族呢很运气很不好。因为荷兰人大量的外贸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疾病从外面进到台湾，就进到台湾。那什么什么，包括一些奇奇怪怪的疾病啊，所以台湾曾经发生过至少4次的传染病大流行。传染病大流行啊，荷兰人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病是在天花是他们从欧洲传来的。可是呢，汉人跟平埔族就死伤成疾，死到什么程度呢？整个村落全部荒废。路边都有死人，都没办法去处理，那人口因此平埔族大量减少，汉人有没有减少？有，也有减少。可是汉人呢，减少没关系，大陆又继续进来，无限制的进来，所以因此汉人人口一直维持成长，平埔族的人口一衰退了以后就没办法恢复了。所以在当时呢，等到了这个马关条约一签的时候，这个日本人来一清查人口。发现平埔族只剩下40000人，这个汉化没有关系哦，只剩下40000人。原住民因为躲在山上，他们跟外界是隔离的，所以基本上在山上的原住民，我们现在叫高山族啊，日本人叫高沙族，高山族在当时的人口还接近10万，
还接近十万。但是汉人人口在日本人接手的时候，汉人人口在日本接手已经快要到100多万，就确实人口呢就算得出来了。当然有人说到200万了，那我们就不去评论这个数字上的差异，数字就非常的多了。因为什么？清朝的时候大量移民台湾，所以很多人有个很大前提啊。现在的汉民族汉人之所以在台湾能够立定脚跟，是因为有荷兰人的武力能够抵挡住原住民的攻击，因为有的郑成功的武力，因为有的什么，有的清朝的武力，有这些武力你才有办法去对抗原住民的武力，所以使得汉人的村庄村落一个一个建立起来，这是基本的原因。所以现在的台湾人某种程度来讲是外来的侵略者，就是我们自身的本省人啊，或者是都是这种历史源层所传承下来的。那历史归历史啊，对，所以有人说要促进转型正义，现在可能汉人要还给原住民公道才是第一个要务啊。当然了，我不否认一件事情，郑成功的军队、荷兰的军队以及清朝的军队对原住民是真的是杀伐很厉害，杀伐很严重。特别是清朝的军队，那个兵啊是哪里来的？都是川藏兵啊，很善于打高山仗啊。然后荷兰人的兵哪里来的？不是荷兰人，荷兰人没办法打高山仗啊，都从日耳曼德国那边山上找来的啊，一样啊。郑成功的军队很善于打海战，说海边啊一带的哦的那个土地啊，都被原住民都被赶光了，所以像台中很多原住民都被赶到南投去了。好，我们回到了马关条约，日本人接受了。根据马关条约取得台湾跟澎湖的领土主权，这个时候的台湾的法律地位是什么？是日本的殖民地。那殖民地呢，很多现在有很多人，包括李登辉认为说他以前是日本人，柯文哲说他祖父是日本人，错了，日本的法律并没有承认你是日本人。这仅仅跟什么？跟香港一样，英国的法律不承认香港人是英国人哦，你是我英国殖民地的人民，但是你不是英国人。所以当时在日本的法律呢，你是什么？你是岛人，日本的法律正式称台湾的汉族叫岛人，好、哦、叫岛人，他们自己叫和人，叫和人，就法律上正式的定义。所以在台湾被殖民的所谓汉民族并不是日本人，所以柯文哲讲错了，李登辉也讲错了。可是这个东西呢，到了什么？到了大概1943年到1945年的时候，出现了变化。因为日本人那个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侵略东南亚，因为要侵略东南亚，所以利用台湾岛的一个资源跟人力，所以开始呢进行皇民化，就说哎，我过去把你视为哎岛人，不让你当军人不行了，现在军队不够了，所以开始找志愿军啊、义勇队啊、什么高沙义勇队啊，都来当兵啊，就开始给你日本名字啊，就像南明的皇帝给郑成功说你开始改姓朱一样。啊、叫你改成日本人，就叫高沙义勇队啊，都来当兵啊，就开始给你日本名字，啊，就像南明的皇帝给郑成功说你开始改姓朱一样，啊，叫你改成日本人，就叫当时皇民是要有特权的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的哦。第一个，你必须改名改姓，所以你是李登辉要改名称啊，什么严礼正男的啊。第二个，你家的祖先牌位正中间必须要拜什么？拜日本天皇的祖先。叫大麻奉祀，就是那个什么领土必须从日本的什么神宫啊，天皇的神宫移过来的。第三个，你全家都要讲日本语，叫国语，那时候叫国语，好，全家都要讲日本话，啊，穿日本衣服，好。第四个，啊，正式登记宣誓效忠日本天皇，啊，所以李登辉在这种环境长大，他很自然的跟他哥哥一样。他觉得他要变成真的日本人，可日本人眼中没有把他当环境长大，他很自然的跟他哥哥一样，他觉得他要变成真的日本人，可日本人眼中没有把他当成日本人，麻烦就在这里，所以他很激烈的要表态的更加宣誓效忠什么、啊、日本天皇。所以当时有很多这种台湾的年轻人是说，哎，我不想当台湾，我想当日本人，所以很激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历史的痕迹。这个情景就有人像现在，在姚立明啊、段宜康啊，哦，啊这些人身上看到了，他们本身是谁？是蒋介石把他的爸爸或祖父啊带到台湾来的，没有蒋介石的武力，他的家哪能来台湾呢？但是现在他以民主自由之名啊，没有去激烈去批评蒋介石啊，有恩于他们家的人，
他没有办法在民进党生存嘛、哦、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哦、就是有点像当年这个日本战败之前的一个台湾的一个现象是一样的。可是当时呢台湾的处境是很尴尬的，当时呢台湾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战后是战二次大战结束很尴尬的。第一个，当时台湾人是积极支持日本人去侵略东南亚跟侵略中国大陆，所以我们有说日本台湾兵啊等等，所以在战争的法律上面，台湾岛当时的资源基本上台湾岛是日本侵略东南亚跟侵略中国大陆的共犯，战争共犯，所以因此美军的飞机开来，或者是当时中国大陆的飞机，当时中国大陆飞机开来轰炸新竹啊，那个不是中国人开的，是因为中国还不会开战斗机，那时候是俄罗斯人开的，哦，说俄罗斯找军的，像那陈纳德将军那种故事是一模一样的，来轰炸台湾。这个时候的台湾因为是跟日本站在一起，所以我们是日本这一挂的，那战败了要产生很大的结果，台湾并没有受到战争共犯的处罚，为什么？因为在1943年12月1日，这点很重要，开罗宣言，几个大国家签的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在签的时候还没有发生法律效力，所以很多人讲开罗宣言只是个新闻公报啊，只是白宫自己发的一个声明而已啊，没想到是美国白宫总统府发表声明，他说这个声明啊不算是国际条约啦，这个讲法对不对？对，但这讲法错误，有没有正确？不正确，为什么？当时是有几个，美国、英国啊、哦，那个苏联啊、哦，还有中国呢，签了这份合约，不是同意这份合约没有签字，没有签字。可是问题，他有没有发生效力？没有发生效力。他讲的都是对方什么？第一个要韩国独立，第二个他认为满洲、台湾、澎湖这三个地方是日本人从中国人偷走的土地，所以要求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的条件就是你要把这三个地方还给中国，那确认当时的中国的代表中国人的政治组织叫中华民国，所以要还给中华民国，不是还给大清帝国。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满洲当时还有政权叫什么、啊、叫 Manchuria、啊、Kingdom of Manchuria 满洲王国、欸、有个政治组织存在，所以必须还给另外一个政治组织叫做中华民国，因为他认定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人的政权，所以从中国人手上脱走了，不能还给满洲王国，必须还给中华民国。所以这个份法律文件是谁写的、啊、是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后来当了商务部长的 Hopkins 写的。所以开罗宣言不是蒋介石写的、哦、也不是宋美龄写的、哦、所以开罗宣言宣布了以后，当时的确法律效力，因为日本还在无条件投降，所以没有构成开罗宣言生效的要件，因为开罗宣言生效的要件必须日本无条件投降。到了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有人叫波茨坦宣言，那看英文翻译的问题了。波茨坦公告成立的时候，当时里面有很重要的条款，要求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的根据是什么？是根据开罗宣言，有这么一条。所以开罗宣言就摆到了波茨坦公告里面，变成正式的法律文件。波茨坦公告所有人都签字了，所有相关国家的限制了、啊、那有没有能不能马上生效？不能马上生效，生效的要件还是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真正的生效时间不是1945年7月26号所签字公布的波茨坦公告，是1945年8月15号不到一个月，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他们日本人叫做终战诏书，这张面子比较有嘛。但事实上在法律上就是个投降诏书，里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字，日本天皇亲自录音广播文件正式出来，说我们接受那四个国家的宣言，讲的是波茨坦宣言，所以承认波茨坦宣言就承认开罗宣言，我们无条件放下武器。这个日本在这个国家是根据日本明治宪法在实行的，换句话说，日本人的主权是不是日本的国民？不是，注意到。在当时的日本的宪法秩序里面，领土主权、国家主权不在日本国会，也不在日本人民手上。因为根据当时的明治宪法的第一条，日本的国家主权属于天皇，所以天皇签字、天皇宣明、宣言、声明就算数。所以从那一刻起，日本天皇接受的台湾
澎湖、满洲回给中华民国。生效时间点是日本天皇开国宣布那个时间，在国际法上就构成生效。换句话说，我今天跟你买两瓶水，你没有答应这个契约不能生效，结果我还没有撤回我买两瓶水的一个契约的时候，你马上说好，你接受两瓶水卖给你。只要你一开口说接受，我们这个契约就成立。国际法的契约跟这个民法契约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有人说啊，你没有签条约不算数了。那也不办的，也不办的，没差别哈。包括什么，有个国史馆的馆长姓张的啦，都历史学者啦。还有一个什么，一个大学叫姓李的啦，还有一个姓薛的啦。哦，现在蔡英文政府听说蛮狠的。但对不起，他不是历史学者，他不太晓得国际法该怎么运作。如果这不算数的话，那美国到处去侵占关岛啊，那都算不算数啊？塞班岛都是这样来的、最重要的是1949年9月2号，日本正式在密苏里舰把他们日本天皇的声明签了一份文件，叫做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有人日本人翻译受降文书或降服文书，但是用 中文的说法应该叫日本降表，因为中文喜欢讲说这个叫降表。为什么无条件投降是你连谈判的条件都没有？像马关条约还有谈判条件啊，我本来给你辽东半岛，后来不给了，我改换钱啦，就是两方面没有无条件投降，战争形成最后局面休战不再打了，两方面有谈判说我们怎么来赔偿你啊，输的怎么赔偿赢的啦，这还有条约，但是无条件投降底下根本谈不上条约。为什么我开口要你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的条件是什么？不是你讲，是我讲的。所以因此呢，在日本降表上面，日本的丛光葵首相、跟他的所谓的日军参谋本部，他们叫做日本大本营，两个人共同签字，还有很多国家啦，包括什么麦克阿瑟啦，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当时派谁啊？派徐耀昌，能听这人吗、代表签字，是一个将军，这个才是正式的国啊。谁？徐耀昌？哦，对，名字很像的。也许叫徐耀昌，也许我念错了，徐什么昌没错了，前面跟后面两个是对，中间没有把握啊。所以当时1945年9月2号就正式的台湾岛就属于当时的政治组织叫中华民国的领土啊，在国际法上是被认定的。但是签完以后，中国马上陷入内战，中国大陆上出现两个政治组织，一个叫做中国共产党，一个叫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外国人说大西啊，都是两圣小，就像现在有的公司开始有公司派啊，市场派啊，那外面讲说现在到底谁算数，谁能代表这个公司，就开始出问题了。所以旧金山合约1951年9月8号签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主要目的是什么？要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统治，因为从从那个日本那个降表1945年9月2号开始，一直到1951年9月8号，日本都是在联盟军的军事统治，事实上是美国的军事统治之下，当时用军事统治的，所以为解除对日本的这个军事统治，签了一个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里面有很多条款，说日本人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主权，日本人放弃对库贝岛的主权，日本人放弃对什么的岛屿，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日本人放弃对西沙群岛的主权，有没有说放弃给谁啊？没有，为什么？轮不到你讲话，听懂没有？现在有很多日本人说，这台湾地位未定论啊，那南沙群岛地位未定论啊，还是关岛地位未定论，还是塞班岛地位未定论，有没有？他不是未定论，就日本来讲，他没有权利去决定这个要给谁。这战胜国才有权利决定，轮不到你日本人讲话，你不无条件投降啊，你还来讲东讲西，这国际法上说不通的、这是无条件投降的意义、所以在旧金山合约之前，中华民国就取得台湾岛主权，所以后面的什么台湾未定论、近在公共，那国际法上说不通的。但是中国的到底哪一个政治组织是中华民国呢？还是1949年10月1号宣布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哪一个政治组织能够代表中国人的？知道，当时认为台湾岛是中国人的领土啊！中国人不管是你大清帝国啦、中华民国还是谁，是谁？我们外国际上搞不清楚啊！你们打赢了，
就谁来代表？像公司派在浮动大卫赢了，还是市场派浮动大卫赢了？赢的人来代表嘛？啊，一直到这个问题，一直到了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有人在疑问呢、啊，为什么联合国会决定谁代表中国呢？开罗宣言里面就有联合国三个字嘛，那时候联合国还没成立哦，为什么？联合国成立的文件，第一份叫《大西洋宪章》，第二份叫《联合国宣言》，第三份叫《开罗宣言》，第四份叫《联合国宪章》。所以，《联合国宪章》是最后的文献。但在《开罗宣言》里面就讲，我们所有联合国的部队不逼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绝不终止，就已经出现了。《开罗宣言》里面就有出现联合国的字眼。所以，用联合国的名义就取得合法性，可以决定主权的归属、代表权的归属。在1971年10月25号之前，中国的代表权全部都是中华民国所持有，这是联合国承认的。到了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中国代表权归属于那个政治组织，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想，哎，怎么会把国家当一个政治组织来看呢？对不起，国际法上，国家就是个政治组织而已，只是有主权的政治组织，不是政党，哦，不是什么什么，大西洋公约组织，大西洋什么公约组织也是一个政治组织哦，哦 ，WHO 也是哦，啊，还只是叠床架屋，法律关系很复杂的，哦，所以联合国决议案里面正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认定为代表中国的，有拥有中国代表权的。所以这是一中原则的根据，因为在这之前啊，这一中原则有点怪怪。那中华民国的问题出在哪里？在法理上面呢、啊，它的宪法、它的政府是代表权于中国人的。但是中华民国宪法里面有一条，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大家备注了嘛，对不对？然后谁是中华民国国民？没有定义，它定义是说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有没有？但并没有讲有中华民国国民是不是都要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不只是我们这样处理哦，中国大陆也这样处理啊，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样处理啊，所以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香港不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吗？香港有800万人口，这个但是800万人口只有500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资格、国籍资格，300万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300万的香港基本上不被认定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就是在这个特殊环境里面所产生的。联合国决议案以后，我们就出现几个问题。本来中华民国是 GADD， 我们知道 WTO 之前是 GADD 的时候，中华民国是会员国。但是很抱歉，2758号一通过，中华民国就被 GADD 给取消会籍。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加入我，那中华民国就已经被取消会籍了。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好不容易再争取一个观察员，后来又出了问题。一直到了很后面，2002年，你看拖多久了、啊，我们才被获准用中华台北，或者另外一个名义叫做什么台澎关税领域，啊，去加入 WTO。所以加入国际组织就有点像说你必须要有户口登记啊，那你没有这个代表权的话，你就变成很大的疑虑。对我们的难题在哪里呢？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正式确立一个中国，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啊，也不存在一中一台，也不存在台湾独立。那问题在哪里？我现在讲的不是政治啊，政治上你爱怎么讲、怎么宣传都无所谓，但是法律上。这个一直目前还没法改变。第一个关键是说，有人主张说，那你2758号只处理中国大陆代表权啊，并没有处理中华民国代表权，也没有处理台湾人民代表权，有没有这种说法？对不起，都不存在。对联合国这问题不存在，为什么？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不可能就台湾另外再处理。那一个没有台湾领土的台湾人，啊，不就跟吉普赛人一样啊？在法律上无法处理，除非他有另外一个联合国决议案，说确定两个中国，确定一中一台，但目前为止还不出现这样一个法律的一个关系，所以一直说
哎，我们中华民国代表全联合国，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因为他认定你台湾的领土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人的领土，你必须有中国人身份，你才拥有是中国领土。现在代表中国人政治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这样子而已。哦，他的问题是出在这里。所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国际法看起来说，哎，安理行政公家念，这不是早就在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宣言、日防相互都已经决定了吗？但是更用重要的是。1972年2月28号美国跟中国大陆签那个上海公报，就是美国认知一个中国，然后你们两边的中国人怎么吵还不怪海基，有没有？我们俗话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认为台湾的所有人是中国人，台湾人并没有一个特别的定位，没有一个特别的法律定位，这是在1972年2月28号。到了1979年，隔了七年，1月1号，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的建交公报又再重述一次，就是中国代表权是谁有的？是中国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所建立的政府，一个政治组织里面可以有不同的政府啊，这个政府代表的。但是1979年1月1号美中建交公报，19年4月10号就隔了四个月。美国的国会通过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这个台湾关系法不具有国际法的正式地位，但是会影响到台湾的对外关系。为什么？因为美国台湾关系法怎么写，称呼我们叫做什么？叫台湾当局。换句话说，美国政府承认我们是一个政权，但是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 authority 就是当局的意思，当局你可能是一个部落，你可能是一个武装政权，IS 也是当局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是当局哦，爱尔兰革命军也是当局哦，所以当局可能是一个国家，或者没有外交成分的国家，也可能是一个部落，也可能是一个地方革命团体、革命组织。举个例子，孙中山先生啊，老爷子曾经在袁世凯当中华民国总统的时代，跑到广州去，不是搞了一个军政府吗？那我们台湾的历史上早期国民党说，哎呀，这个军政府也正式的国家，是错了。这军政府只是一个政权，是一个地方政权，它甚至也不是一个中央政权啊！国民党当时，对不起啊，我坐在国民党中常会讲国民党的坏话不太好哈啊！但是当时在法律上，它的确是一个区域政权，它不具备了代表中国国家资格的一个政府啊。然后台湾公系法关系法却承认台湾当局是一个政府，是一个政权，是可以打交道的。但不涉及主权事务，承认有个台湾人民，第一次出现法律上承认有台湾人民存在，但是有没有承认台湾岛这个岛的领土主权属于这个台湾当局的？没有，所以并没有因此出现了台湾岛是台湾人的台湾，没有出现这个国际法的架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了1982年8月17号，美中巴伊西公报很重要。巴伊西公报代表什么含义呢？就是美国跟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互达成一个共识。第一个就是美国要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他要用极尽和平手段统一台湾，不要尽可能不要用武力。等于双方面，换句话说，你不用武力打台湾，我就减少武器销售；你用武力打台湾，我就增加对台湾的武力销售。等于一点，美国人在某种程度里面对台湾当局跟台湾人民所形成的一个武器销售基本条件，是你要用和谈的还是用武力？最关键、最关键，现在吵得最凶的，就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1992年12月3号，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李登辉说：“哎呀，九二共识不存在。”蔡英文说：“只有九二会谈。”我们就回到原来的状态是什么，就很清楚了。1992年10月份，台海双方的确派代表在香港会谈。香港会谈谈什么？没有谈别的，就谈对方提出一个中国。联合国那个决议案，我们两方面怎么来看待，怎么来解释，
形成双方面的契约关系。台湾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提了15种说法，大陆上提了8种说法，哦，数字上可能有错，因为年纪大了，记得不是规定那么精准。当时的台湾在李登辉主政的时候，有个国统会，当时的台湾在李登辉主政的时候，有个国统纲领，有没有？我们就根据那个国统会跟国统纲领啊，去东解释西解释，提了很多一个中国的解释法，大陆那边提的好像8种，两方面这边谈啊，用哪一个版本比较好，一直没有共识，到底哪一个版本是我们双方面谈一下两岸可以接受的，搞到了10月底，最后呢，中国大陆说你们回去请示吧，我们回去请示吧，哎，中国大陆就转头就走了，那台湾这边等了几天，哎，你也没有回应啊。好，所以这个叫九二会谈。九二会谈是我们台湾提的几种表述的方式，大陆提的几种表述方式，哪一个版本没有达成结论？你说破局嘛？有没有？没有破局？为什么？我去研究啊。那你台湾，你回去问问你们的老板啊。好，最后是在11月份，台湾去了函店，大陆来函店，啊，那函来函去。大陆说好了，就照你们台湾那个10几种版本，那第八种的，就照你那个表述，我们两方面来谈吧。那个表述就是最有名的一中六表，是谁提的？台湾提的，出你意料之外，对不对？很多人一中六表以为是李登辉当时提的，不是，提了几种里面他们挑一个出来修改的。这个整个的套条文最重要是在11月底的时候，大陆的海协会来说，我接受你台湾所提出来那一种表述，但是我加上一个但是。这个表述分上的九二共识就4项，第一点，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第一点，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就是开罗宣言啊，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啊，就是开罗宣言啊，只是确认既有的国际法律的秩序我接受。第二个是台湾的国家统一纲领啊，海峡两岸啊，努力追求国家统一，这是我们宪法征修条文里面国家统一前的，等于重复两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跟中华民国宪法的文字讲一句，是吧？两双方均努力追求国家统一，努力而已啊，没有一定要答应啊，对不对啊？大概是台湾的，关键是第3条，台湾提的，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自不同，得以口头表述方式，这是什么？第一条不是一个中国是一中吗？这一条不是各自表述吗？就你讲了一个中国，跟我一个讲，我们认知不同，我们要口头各自各讲各的。就是说一中各表的来源，这两个来源对我们有什么作用？1992年弄了以后，1972年，那1992年这个达成这个九二共识以后，1993年立个乌安会谈，还有更重要的，我们的陆陆续续就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可以加入国际组织。有人解释啊，你一中各表不是说一中就中华民国吗？是啊，在台湾可以自称中华民国，不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用称中华台北。那国际上你还有中华人民、中华民国的名义啊？没有，以后共识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个东西啊。但是先想一想，九二共识签订之前，我们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叫什么？叫中国台北，什么亚洲开发银行，就马上被改成中国台北了。那中国台北就很明显的，台北当局是谁啊？是中国的一部分嘛？那中国代表权是谁？讲是中国的一部分嘛？那中国代表权是谁？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中华台北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属于你，你代表全中国，可是我不属于你，那我也不是独立的一部分，所以不叫中华民国，叫中华台北，是用这个名义我们就放弃了。所以有人说啊，你要更进一步中华民国，我当然希望进一步中华民国啊，但是中华台北有没有比中国台北好？这是九二共识的一个结果。
那此后我们用中华台北加入中国都中国大陆就没有抗议，换掉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理论上它紧守的九二共识这个契约。那到了2002年1月1号最显著的台湾加入 WTO 没有受到中国大陆的阻碍，我们用中华台北就加入，未来我们再加入其他的 RCEP 加入其他的团体跟组织，包括 WHA 啊或 WHO 啦，有机会的时候都可以用中华台北加入。那中华台北加入算不算卖台呢？在陈水扁时代是用中国台北，李登辉是用中国台北加入亚洲台湾嘛？到底谁是卖台的？你跟中华民国比，当然比上不足，比下是有余嘛，看你是切在哪里嘛。那这个你当然跟国际实力原则有关系，跟国际环境有关系嘛。有人说我不承认开国宣言，不承认开国宣言，人家韩国的宪法上开宗明义讲说我是根据开国宣言宣布独立。韩国的宪法上开宗明义讲说我是根据开国宣言宣布独立的，美国也是根据开国宣言去取得很多太平洋岛屿的。对，所以开国宣言不是为了中国写的，这里韩国的宪法上开宗明义讲说我是根据开国宣言宣布独立，先确认它不是为了专为中国写的，然后东北地方也归中国了，不归。俄罗斯啊，不归那谁，不归日本啊，啊，就东北地方归中国，也是因为开国宣言了，哦，所以有人就说啊，他没有效力，他没有效力，他效力早就发生啊。你后事后面你说啊，什么有英国首相不承认那谁什么，那不重要，为什么？当我们四个人同意这个东西，以后呢有一个人不同意，有没有使得这个效果丧失？没有，必须要我们四个人都不同意，这个效果才会丧失。好，他的法律的运作是这样子。那要不然你有本事你拿战争来拿嘛，光出嘴巴没有用嘛。那至于其他什么军队头头啦、太平洋海军司令啦，或者什么卫生官员啦，谈这个议题，他们都没有国际法上的代表意义。国际法上取得领土主权跟放弃领土主权，原则上只有两个能代表，第一个国家元首是谁，第二个政府首长是谁，这两个以外其他人都包括麦克阿瑟都没那个权利。包括有些历史学者像李小龙啊说啊，当时台湾光复10月25号的时候，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了挂了联军啊8个国家的国旗，所以那个是盟军占领台湾啊，蒋介石军队占领台湾，并不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要不客气讲，这些教授根本没有什么知识，至少没有国际法的知识。为什么受降典礼是对军队啊？是军队投降，当然是投降给盟军。是军队对军队，跟国家领土主权没有关系啊。麦克阿瑟也没有权利代表国家主权的、啊，没有一个军事首长有权利啊。你又不军阀，你军阀段祺瑞当执政也不敢说代表中国啊，对不对？你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代表权，所以讲的都不算数。就像签契约的话，如果没有董事长盖大小章，那契约算不算数啊？那法律上不一定算数的。啊，必须我承认。所以关键的处理说，我们台湾发明很多奇奇怪怪的说法，是要满足我们自己可以了。但是在国际上面，我们在打国际战是很吃亏的。再来，2002年1月1号台湾加入 WTO， 就是九二共识之后的一个发展。2005年3月14号，中国立了一个反分裂国家法，中国它就咬住。给国际法上所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然后他援引的中国当然是面子问题啊，他援引的是谁？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援引的法律依据，刚好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肯原则。大家没听过林肯原则吗？林肯原则是这样的：美国的联邦宪法的时候有规定，各州根据什么条件可以加入美国联邦？有没有规定他可以也同样的条件可以退出联邦？有没有？美国联邦宪法上没写。所以当林肯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南方好几州就宣布独立，成立一个叫做南方邦联，全名叫做美国邦联，我们历史上简称叫南方邦联。总统叫戴维斯，总司令叫 Robert Lee 啊，罗伯里将军，很有名的一个什么军校毕业生。然后他们宣布的时间点跟林肯在当选总统的第一任就职演说里面的宣言一样，那个就职演说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
在宪法上，在国际法上非常有名的。希望这个隔两天蔡英文的那个就职演说也要做很有名才行。林肯怎么讲？美国宪法并没有规定你退出联邦的要件，但是他就一个合众国的总统，如果你要退出联邦，没有经过其他邦的同意，退出联邦就是叛乱。什么意思？就是叛国。然后他定下这个林肯原则，很有名的 Lincoln Discipline。台湾很少人念到这一段哈，一定下来，没有经过我同意，你离开就是叛国，就是叛乱，就启动联邦军队征伐南方。一打下来，南方的白人男性，这场战争打下来，三个死一个，最后投降。Robert Lee 他关了几年嘛？不然林肯说。算了算了，不要关太久了，就放了。说 We are brother， 关一下就好了。那反分裂国家法言语呢，就是说你违反这个原则，我不同意你台湾独立，兴兵讨伐。为什么？现在的国际法上，一个国家发动军队打那个国家，如果没有国际法上的最起码的基础，就是要触犯政战罪、战争罪。哪一天你就会被送上什么国际刑事法庭，就像那个南斯拉夫的前总统有没有被送上什么国际军事法庭一样的。那美国人在打什么打那个什么伊拉克啊，我还是联络国要这个要那个啊，这个法律这个同意的同意啊，搞了好多法律基础弄好以后，好好我可以打他的才敢打。为什么？他怕以后有人算账，你怎么知道不会呢？所以有时候国际刑事很难讲的，所以要做事情现在先 prepare 自己，所以中国大陆在做这个准备。但是即使经过这样老老朗朗，2005年，因为2004年陈水扁在竞选的时候有提过要修订新宪法啦，要制定一边一国啦，所以2005年就冲着陈水扁来了。2010年最关键的，吵个老半天，马英九当家了以后，两岸签订了 ECFA 法。为什么签订 ECFA 法很重要？这是两岸正式在法律文件上面，对方承认我们是一个 counter party， 什么意思？可以签约的对方，可以签约的对方。我不再承认，我不认为你是不合法，可他也没有说你合法，可他签了，就是说他在国际上默认你是一个政治实体，默认你是一个政权。虽然我跟你握手还要弄个白手套，但至少他跟你握手。这个不是首例哦。当时俾斯麦在统一德国就有发生过 类似的情形哦。因为他把很多的那个地方诸侯找来说，我们成立一个德意志帝国啊，那找普鲁士王室来当德意志帝国皇帝啊等等。也有类似发生过类似的一个争论。所以台湾的本岛的台湾岛的国际法地位是先从一个所谓无主之岛，就是我们国际法上找不到有一个政治组织拥有主权的政治组织宣称这个岛是他的领土，我们找不到证据。一直到了1635年12月18号出现了麻豆协约，这个时候确认台湾本岛开始长达10年的一个统一过程。所以统一台湾岛的是谁？荷兰人，不是咱们中国人。但是政和合约我们取到了，中国政权第一次取到了台湾岛的主权。这个时候汉民族才开始大量移民台湾，开始讲闽南语啊，开始讲这些啊等等啊。但当时的台湾啊，它其实这个名词是台湾的名词出现是很广，最早刚开始荷兰人在台建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正式的官方名字还是叫做 Zealandia， 称呼附近的土地叫 Zealandia， 所以那个城叫 Zealandia。 可是呢，他开始找中国的外劳，我们中国人当时来台湾当外劳的时候，我们那个都闽南人啊，泉州口音啊，搞不清 Zealandia 怎么念，念得热然遮城。可是正因为
乐兰遮城在那安平港港外那个地方有个村落，那个村落有个村社，很小的村社，那 海港旁边有小村社，原住民的小村社，叫什么？是属于台湾族的小村社啊，台湾族跟原住民混合的那种会划船啊、钓鱼的渔民的小村社，那个地方叫台欧瓦，那个地方叫台欧瓦啊，所以我们汉人啊就把它称作哦台湾，听到闽南语，所以就写成大园。但大园讲的是那个港口啊，大园港，大园港，注意到啊。我们到今天为止，闽南人在念闽南语的时候，念台湾怎么念？啊？怎么念？台湾对不对？不对，为什么？那个湾字可以念成玩吗？啊？用闽南语念应该台湾啊，对不对？怎么会台湾呢？台湾就是因为早期念台湾念惯了，到了后来哦。大圆这两个字哦，有一些念书的哦，觉得大圆这两个字哦，不是那么的雅，那怎么搞的七搞八搞啊？最有名的是一个叫何什么东西写的一个，他是一个福建省的一个官员，就直接的把大圆写成台湾，因为什么？因为北京的官员哦，念台湾比较熟悉啊，他就用台湾，然后到了这个沈光文，你们听过吧？写的最有名的一个文学作品叫《台湾赋》，这第一个用台湾两个在文学上出现的字母，所以沈光文又叫做海东出主。海东是哪里？台湾海峡的东边，啊，叫海东出主。第一个祖先，文学祖先叫海东出主，啊，沈光文有写的《台湾赋》，哦，你们去 Google 就有《台湾赋》。所以台湾这两个字是在大陆很后面才发展出来的，这个国语的音译。但是国语的台湾，你如果用闽南语来念，它叫台湾，不叫台湾。那闽南人一直都念台湾，是原来承袭原来的大圆，好，很大圆。所以这个字眼啊，是从一个台湾族的村社叫台欧湾，台欧湾改名成大圆，再从大圆改名成台湾。所以是汉这个名字的转换，就代表了台湾汉化的一个情形的发展。好，那原住民一直都没有发展出整个台湾岛是一个岛的概念，他们一直没有这个概念。原住民来台湾大概1000多年左右，顶多不会超过3000年。哦，比如现在讲的是什么，欸，台东那个什么八仙洞有没有啊？那个原住民啊，或者什么左镇啊，台南左镇人啊，那些跟现在原住民都没有血缘关系啊。原住民来台湾可以考据出来，将近最多不会超过3000年，那可以记录大概1000多年。那到现在为止呢，啊，汉人到台湾呢，大概是，比较晚。有人说我们哦，咱台湾人拢是400年来拢替用外国人欺负，系列我们就是欺负人家的外国人，因为我们靠的是军队啊，如果没有郑成功的军队，就我们就跟谁一样啊？日本人在16世纪是比汉人更早来台湾，啊，他的德川家康时代就派人到台湾来了，要台湾人原住民承认他是皇上，啊。要台湾原住民叫高沙国王，很有名的，啊，丰臣秀吉的那个文献啊，很有名的，就16世纪就出现了，比中国还早来台湾。但是他派的人一上了什么台湾岛，啊，就被原住民给杀光了，跟原住民武力有多强大，就被杀光了。原住民的武力是后来到日本啊比较强大，明治维新以后才有牡丹社事件啊，哦，所以决定领土当然靠武力啊。所以有几个比较主张台独激进的朋友，我就跟他开玩笑：台独不是不可以，谁说台湾不能独立啊？给我个理由啊！韩国可以独立啊，可是你香港怎么不独立？联合国被允许独立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你是殖民地。所以联合国有个非殖民委员会，有没有？东帝汶就是殖民地独立的，新加坡是殖民地独立的，马来西亚是殖民地独立的。所以联合国的法律里面，你只要是殖民地，你就可以独立。可是有问题，台湾就是因为开罗宣言丧失了殖民地资格，跟香港一样，香港是在1972年中国取得中国代表权的，把香港从殖民地的身份把它改成中国领土，联合国同意的。那台湾在开罗宣言有两个优点，第一个，台湾本岛人一下子解除了二次战争的战犯的罪责。
所以很多台湾兵一下子就变成什么中国人，取得中国国籍。那台湾当时为什么没有被接？因为在台湾当时并没有像韩国一样出现什么抗日政权。如果你在二次大战期间，台湾本地人没有变成皇民，而产生了抗日政权，像什么韩国一样，哦，像新加坡、马来西亚一样出现抗日政权，你有可能被认可你有台湾独立的制度。可是当时没有，当时台湾人是跟着日本的后面去做侵略者。侵略者人家怎么可能承认你是有独立资格的？不可能啊，没有把你炸光就不错了。最有名的是什么？1945年琉球战役，当时啊在开罗会议上面就吵过一件事情。史蒂威将军参加开罗会议哦，他提了个计划，要求美军大举登陆台湾，谁反对？蒋介石反对。蒋介石跟罗素讲说，你不是讲好吗，台湾岛要还给我中华民国啊，你现在派兵去打，打一打打烂了，我怎么去重建啊？后来吵了吵了吵了，好，最后决定不打台湾，台湾只要空袭轰炸轰炸就好了，就打琉球。台湾是这样逃过一劫的。琉球那一战打的结果是什么？三分之一琉球人不见了。为什么？登陆战他怎么打？先大量轰炸，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没有轰炸，轰炸回来登陆有没有？登陆扫荡，打巷战，那就会没水啊，没吃的啊，没喝的啊，尸体没有人收啊，所以因此琉球在那一场战，琉球本地死亡三分之一以上，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个经验。所以台湾就因为开罗宣言躲过一战，又因为开罗宣言也取得。本来是战败国，一下子变成战胜国，所以台湾有点角色有点混乱了，有点混乱。那你说那台独呢？很简单嘛，你有本事像爱尔兰一样，荷兰、英国人同意你独立，你就独立了，爱尔兰共和国这样产生了。可是爱尔兰是帮英国人打二次大战，英国人也不好意思跟他这个真枪真刀这样打起来，前面还在跟德国人打，一下子打起来啊，吵一吵啊，让你独立了。第一种。低度战争底下独立，那第二种呢、啊？你有本事像美国独立战争，美国独立战争不是英国血统的，还有法国血统的一堆人，美国不是纯种的英国人，移民很多法国很多其他国家组成的军队，打赢你就是华盛顿啊，如果打输了你就罗伯利亚，南北战争你打输了罗伯利亚，为什么？战争决定领土的归属是国际法承认的，因为国际法承认是谁，哪个政权代表谁。战争合不合法？战争有没有使用不当的武器？它是规范这个东西的。那你说，哎呦，国际法就是强权哦，不接受，不接受也可以啊，你没有办法去破坏它，难就难在这里啦、哦。所以以上我就很简述的跟大家讲，我们台湾的困境在哪里，我们的困难在哪里，我们的缺失在哪里，台湾岛的主权从什么开始的？所以中国自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一部分，大陆上的说辞要稍微缩短一下哦。正确时间是1662年2月1日，那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个也要说，因为现在台湾人出现在台湾大概也不到200年，大部分都不是啊，都清朝中叶才来的。那你说，哎呦，唐山东面唐山母，这个也不正确。我们荷兰人给我们的数字不是这样子，哎，中国人不会做统计的，哎，中国没有什么统计的 idea， 荷兰人给统计得很清楚啊，啊，所以你当时有多少人？在郭华一事件里面，中国移民的女人跟小孩被杀的数字高达1500人，那怎么会没有女人呢？没有女人哪来小孩啊？啊，所以以上呢、啊，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简单说明，时间的关系啊，这个谢谢大家。有一个人不同意，有没有使得这个效果丧失？没有，必须要我们四个人都不同意，这个效果才会丧失。好，它的法律的运作是这样子的，那要不然你有本事你拿战争来拿嘛，光出嘴巴没有用嘛。那至于其他什么军队头头啦、太平洋海军司令啦，或者什么卫生官员啦，谈这个议题，他们都没有国际法上的代表意义，都没有国际法上的代表意义。国际法上取得领土主权跟放弃领土主权，原则上只有两个人能代表，第一个国家元首是谁？第二个政府首长是谁？这两个以外，加元首是谁？
第二个政府首长是谁，这两个以外其他人都包括麦克阿瑟都没那个权利。包括有些历史学者像李小龙啊说啊，当时台湾光复10月25号的时候，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了，挂了联军啊8个国家的国旗，所以那个是盟军占领台湾啊，蒋介石军队占领台湾，并不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要不客气讲，这些教授根本没有什么知识，至少没有国际法的知识。为什么受降典礼是对军队啊？是军队投降，当然是投降给盟军，是军队对军队，跟国家领土主权没有关系啊。麦克阿瑟也没有权利代表国家主权啊，没有军事首长有权利啊。你又不军阀，你军阀段祺瑞当执政也不敢说代表 中国啊，对不对？你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代表权，所以讲的都不算数。就像签契约的话，如果没有董事长盖大小章，那契约算不算数啊？那法律上不一定算数的啊，必须我承认。所以关键的处理是我们台湾发明很多奇奇怪怪的说法，是要满足我们自己可以了，但是在国际上面，我们在打国际战是很吃亏的。再来，2002年1月1号，台湾加入 WTO， 就是九二共识之后的一个发展。2005年3月14号，中国立了一个反分裂国家，中国他就咬住，给国际法上所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然后他援引的，中国当然是面子问题啊，他援引的是谁？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援引的法律依据，刚好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肯原则。刚好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肯原则，他没听过林肯原则。林肯原则是这样的：美国的联邦宪法的时候，有规定各州根据什么条件可以加入美国联邦。有没有规定他可以也同样的条件可以退出联邦？有没有？美国联邦宪法上没写。所以当林肯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南方好几州就宣布独立，成立一个叫做南方邦联，全名叫做美国邦联，我们历史上简称叫南方邦联。总统叫戴维斯，总司令叫 Robert Lee，罗伯里将军，很有名的一个什么军校毕业生。然后他们宣布的时间点跟林肯在当选总统的第一任就职演说里面的宣言一样，那个就职演说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在宪法上在国际法上非常有名的。希望这个隔两天蔡英文的那个就职演说也要这么有名才行。林肯怎么讲？美国宪法并没有规定你退出联邦的要件，但是他就一个合众国的总统，如果你要退出联邦，没有经过其他邦的同意，退出联邦就是叛乱；其他邦的同意，退出联邦就是叛乱；其他邦的同意，退出联邦就是叛乱。什么意思？就是叛国。然后他定下这个林肯原则，很有名的 Lincoln Discipline。台湾很少人念到这一段哈。一定下，没有经过同意，你离开就是叛国，就是叛乱，就启动联邦军队征伐南方。一打下来，南方的白人。南方的白人男性，这场战争打下来，3个死1个，最后投降。Robert Lee 他关了几年嘛？后来林肯说：“算了算了，不要关太久了，就放了。”说 “We are brother， 关一下就好了。”那反分裂国家法严谨的就是说，你违反这个原则，我不同意你台湾独立，兴兵讨伐，为什么？
现在的国际法上，一个国家发动军队打那个国家，如果没有国际法上的最起码的基础，就是要触犯政战罪、战争罪，哪一天你就会被送上什么国际刑事法庭。就像那个南斯拉夫的前总统有没有被送上什么国际军事法庭一样的。那美国人在打什么打那个什么伊拉克啊，哦，还是联络国要这个要那个啊，这个法律这个同意的同意啊，搞了好多法律基础弄好以后，好，我可以打他的才敢打。为什么？他怕以后有人算账，你怎么知道不会呢？所以有时候国际形势很难讲的，所以要做事情先 prepare 自己，所以中国大陆在做这个准备。但是即使经过这样老老朗朗，2005年，因为2004年陈水扁在竞选的时候有提过要修订新宪法啦，要制定一边一国啦，所以2005年就冲着陈水扁来了。2010年最关键的，吵个老半天，马英九当家了以后，两岸签订了 ECFA 法。为什么签订 ECFA 法很重要？这是两岸正式在法律文件上面，对方承认我们是一个 counter party， 什么意思？可以签约的对方，可以签约的对方，我不再承认，我不认你是不合法，可他也没有说你合法，可他签了，就是说他在国际上默认你是一个政治实体，默认你是一个政权。虽然我跟你握手还要弄个白手套，但至少他跟你握手了。哎，这个不是首例哦。哦，当时俾斯麦在统一德国就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哦，因为他把很多的那个地方诸侯找来说，我们成立一个德意志帝国啊，那找普鲁士王室来当德意志帝国皇帝啊等等，也有类似发生过类似的一个争论。啊，所以台湾的本岛的台湾岛的国际法地位，是先从一个所谓无主之岛，就是我们国际法上找不到有一个政治组织拥有主权的政治组织宣称这个岛是他的领土，我们找不到证据，一直到了1635年12月18号出现了麻豆协约，这个时候确认台湾本岛开始长达10年的一个统一过程。所以统一台湾岛的是谁？荷兰人。不是咱们中国人，但是政和合约我们取到了，中国政权第一次取到了台湾岛的主权，不是咱们中国人，但是政和合约我们取到了，中国政权第一次取到了台湾岛的主权。这个时候汉民主才开始大量移民台湾，开始讲闽南语啊，开始讲这些啊等等啊。但当时的台湾啊，它其实这个名词是台湾的名词出现是很广。最早刚开始荷兰人在台建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正式的官方名词，还是叫做 Zeelandia， 称呼附近的土地叫 Zeelandia， 所以那个城叫 Zeelandia。可是呢，他开始找中国的外劳，我们中国人当时来台湾当外劳的时候，我们那个都闽南人啊。泉州口音啊，搞不清楚直接底下怎么念，念的热兰遮城。可是正因为热兰遮城在那安平港港外那个地方有个村落，那个村落有个村社，很小的村社，那海港旁边有小村社，原住民的小村社，叫什么？是属于台湾族的小村社啊，台湾族跟原住民混合的，那种会划船啊、钓鱼的渔民的小村社，那个地方叫台欧啊。那边叫台欧瓦，啊，所以我们汉人啊就把它称作哦台湾，听到闽南语，所以就写成大原。但大原讲的是那个港口，啊，大原港。注意到啊，我们到今天为止，闽南人在念闽南语的时候，念台湾怎么念？啊？怎么念？台湾，对不对？不对，为什么？那个湾字可以念成玩吗？啊，用闽南语念应该台湾啊，对不对？怎么会台湾呢？台湾就是因为早期念台湾念惯了，到了后来哦，大原这两个字哦，有一些念书的哦，觉得大原这两个字哦，不是那么的雅，那怎么搞七搞八搞啊？
最有名的是一个叫何什么东西写的一个，他是一个福建省的一个官员，就直接的把大员写成台湾。因为什么？因为北京的官员哦，念台湾比较熟悉啊，他就用台湾。然后到了这个沈光文，你们听过吧？写的最有名的一个文学作品叫《台湾赋》，这第一个用台湾两个在文学上出现的字母，所以沈光文又叫做海东出主。海东是哪里？台湾海峡的东边，啊，叫海东出主。第一个祖先，文学祖先叫海东出主，啊，沈光文有写的《台湾赋》，哦，你们去 Google 就有《台湾赋》。所以台湾这两个字是在大语很后面才发展出来的，这个国语的音译。但是国语的台湾，你如果用闽南语来念，它叫台湾，不叫台湾。那闽南人一直都念台湾，是原来承袭原来的大原，啊，很大原。所以这个字眼呢，啊，是从一个台湾族的村社叫台欧湾，台欧湾改名成大原，再从大原改名成台湾。所以是汉这个名字的转换，就代表了台湾汉化的一个情形的发展。啊，但原住民一直都没有发展出整个台湾岛是一个岛的概念，他们一直没有这个概念。原住民来台湾大概1000多年左右，顶多不会超过3000年。哦，比如现在讲的是什么，欸，台东那个什么八仙洞有没有啊？那个原住民啊，或者什么左镇啊，台南左镇人啊，那些跟现在原住民都没有血缘关系啊。原住民来台湾可以考据出来，将近最多会超过3000年，那可以记录大概1000多年。那到现在为止呢，啊，汉人到台湾呢，大概是，比较晚。有人说我们哦，咱台湾人拢是400年来拢去用外国人欺负，系列我们就是欺负人家的外国人，因为我们靠的是军队啊。如果没有郑成功的军队，就我们就跟谁一样啊？日本人在16世纪是比汉人更早来台湾，啊，他的德川家康时代就派人到台湾来了，要台湾人原住民承认他是皇上，啊，要台湾原住民叫高沙国王，很有名的，啊，丰臣秀吉的那个文献啊，很有名的，就16世纪就出现了，比中国还早来台湾。但是他派的人一上了什么台湾岛，啊，就被原住民给杀光了，跟原住民武力有多强大，就被杀光了。原住民的武力是后来到日本啊比较强大，明治维新以后才有牡丹社事件啊，哦，所以决定领土当然靠武力啊。所以有几个比较主张台独激进的朋友，我都跟他开玩笑，台独不是不可以，谁说台湾不能独立啊？给我个理由啊！韩国可以独立啊，可是你香港怎么不独立？联合国被允许独立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你是殖民地。所以联合国有个非殖民委员会，有没有？东帝汶就是殖民地独立的，新加坡是殖民地独立的，马来西亚是殖民地独立的。所以联合国的法律里面，你只要是殖民地，你就可以独立。可是有问题，台湾就是因为开罗宣言丧失了殖民地资格，跟香港一样。香港是在1972年，中国取得中国代表权的，把香港从殖民地的身份把它改成中国领土，联合国同意的。那台湾在开罗宣言有两个优点，第一个，台湾本岛人一下子解除了二次战争的战犯的罪责。所以很多台湾兵一下子就变成什么中国人，取得中国国籍。那台湾当时为什么没有被接？因为在台湾当时并没有像韩国一样出现什么抗日政权。如果你在二次大战期间，台湾本地人没有变成皇民，而产生了抗日政权，像什么韩国一样，哦，像新加坡、马来西亚一样出现抗日政权，你有可能被认可你有台湾独立的资格。可是当时没有，当时台湾人是跟着日本的后面去做侵略者，侵略者人家怎么可能承认你是有独立资格呢？不可能啊，没有把你炸光就不错了。最有名的是什么？1945年琉球战役，当时啊在开罗会议上面就吵过一件事情，史迪威将军参加开罗会议哦，他提一个计划，要求美军大笔登陆台湾。谁反对？蒋介石反对。蒋介石跟罗素讲说：“你不是讲好吗？台湾岛要还给我中华民国啊！你现在派兵去打，打一打打烂了，我怎么去重建啊？”
后来我们吵了吵了吵了，好好，最后决定不打台湾，台湾只要空袭轰炸轰炸就好了，就打琉球。台湾是这样逃过一劫的。琉球那一战打的结果是什么？三分之一琉球人不见了。为什么？登陆战那怎么打？先大量轰炸，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没有轰炸，轰炸回来登陆有没有？登陆扫荡，打巷战，那就会没水啊，没吃的啊，没喝的啊，尸体没有人收啊。所以因此琉球在那一场战，琉球本地死亡三分之一以上，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个基本点。所以台湾就因为台罗宣言躲过一战，又因为台罗宣言也取得本来是战败国，一下子变成战胜国，所以台湾有点角色有点混乱了，有点混乱。那你说那台独呢？很简单嘛，你有本事像爱尔兰一样，荷兰、英国人同意你独立，你就独立了，爱尔兰共和国这样产生了。可是爱尔兰是帮英国人打二次大战，英国人也不好意思跟他这个真枪真刀这样打起来，前面还在跟德国人打，一下子打起来，啊，吵一吵啊，让你独立了。第一种，低度战争底下独立。那第二种呢、啊？你有本事像美国独立战争，美国独立战争不是英国血统的，还有法国血统一堆人，美国不是纯种的英国人，移民很多法国很多其他国家组成的。军队打赢你就是华盛顿啊，如果打输了你就罗伯利亚，南北战争你打输了罗伯利亚，为什么？战争决定领土的归属是国际法承认的，因为国际法承认是谁，哪个政权代表谁，而战争合不合法，战争有没有使用不当的武器，它是规范这个东西。那你说哎呦，国际法就是强权，我不接受，不接受也可以啊，你没有办法去破坏它，难就难在这里啦、啊。哦，所以以上我就很简述的跟大家讲，我们台湾的困境在哪里，我们的困难在哪里，我们的缺失在哪里，台湾岛的主权从什么开始的。所以中国自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一部分，大陆上的说辞要稍微缩短一下哦。正确时间是1666年2月1号，那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个也要说，因为现在台湾人出现在台湾大概也不到200年，大部分都不是啊，都清朝中叶才来的。那你说哎呦，唐山东面唐山母，那这个也不正确，我们荷兰人给我们的数字不是这样子，欸，中国人不会做统计的，欸，中国没有什么统计的 idea， 荷兰人统计很清楚 啊，所以你当时有多少人在郭华一事件里面，中国移民的女人被跟小孩被杀的数字高达1500人，那怎么会没有女人呢？没有女人哪来小孩 啊，所以以上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简单说明，时间的关系啊，这个谢谢大家。